我们还有几位委员没到，我们先等一下。报委员会出席委员五员已出法定人数。好，我们宣布开会。那先请议事员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14日星期一上午9:02至12:48。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廷飞等12人，列席委员郑天才等27人。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国防部常务次长薄鸿辉、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吕元荣、经济部次长王美花、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发展处处长吴明慧、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天牧、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正义、主席罗昭吉委员致政。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竹、国防部副部长、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经济部次长、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报告。
美国总统暨国会大选结果对我国之影响评估，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李大为报告，委员蔡适应等14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常务次长李承然、亚东关系协会秘书长蔡明耀、欧洲司副司长周庆龙、北美司司长薛美瑜、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国防部常务次长薄鸿辉、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吕元荣、经济部次长王美花、国际贸易局主任秘书李冠智、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发展处处长吴明慧及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正义等积极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临近限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二案：一、为因应美国新任总统未来外交政策的改变，以及美国参与国际事务与维护亚太区域安全立场的调整，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及外交部应紧速协同国安单位，针对未来国际情势与亚太局势的转变，对台湾可能造成的冲击进行审慎的评估，并模拟各项可能威胁国安的状况，进行必要的压力测试，以提整体国安系统应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提案人马文君、江启臣、罗志镇、吕玉玲、蔡适应、吕孙林、林长佐、徐志荣，决议修正通过。二、有鉴于前陆军副司令、退役中将吴思怀、王文谢、夏银洲及许立农等人于本2016年11月参加陆军退役二级上将许立农举办之中山黄埔两岸情后，于11月11日赴于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之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并聆听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讲话。吴思怀退役于2011年，虽已逾3年管制期，其赴中从事民间交流、探亲或旅游，并无可厚非，唯其仍为我国退役高级将领，并迄今持续领取终身俸等各类退抚给予，且中国官方迄今对我敌意未灭，自应注意其赴中期间之言行及参加之活动性质，尤其政治性质之活动应特别谨慎，避免为对方立场背书。唯吴思怀本次参加中共官方举办之活动，聆听习近平讲话之举，无视于国防部及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颁布之从事国防事务现职退离职人员申请进入大陆地区作业规定及荣民眷赴大陆地区贴心小叮咛之规定与规范，且毫无顾及我国社会观感舆情，重伤国军弟兄防卫保台情感，严重违背军人对国家之政治忠诚义务与荣誉。原此，建请国防部、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及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等相关单位彻查，并考虑取消退俸及其相关奖勋章。提案人刘世芳、罗志镇、蔡适应、王定宇、吕孙林、陈廷飞，决议修正通过。以上宣读。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没有任何遗漏或错误的地方？没有，我们就确认。谢谢。那现在请议事员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防部及所属主管收支公开部分，不含国家安全局部分。以上宣读。好，那各位委员对今天讨论事项有没有意见？没有，我们就照今天的讨论事项去进行讨论。那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出席的委员还有官员。在场目前有吕孙林吕委员、王定宇王委员、吕玉玲吕委员、马文君马委员，还有我们蔡适应蔡委员。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出席的国防部的官员。首先是我们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冯部长，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蒲泽春蒲上将，空军常务次长薄鸿辉薄中将，总督察室副总督察长吴宝坤先生，还有政务办公室主任熊厚基中将，主计局局长陈国胜中将，政治作战局局长温振国中将，军备局代局长张忠诚少将，军医局局长吴一昌中将，战规司代司长许朝明少将，资源规划司副司长刘进忠少将，法律事务司代司长林纯梅女士，整合评估司司长严振国中将，全民防卫动员室代主任蔡忠诚少将，国防采购室代主任黄希如少将，政风室主任许志云先生，
人事室主任林秀梅女士。人事室主任，对不起，人事参谋室长是次长徐延普中将。情报参谋次长是次长张延廷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是助理次长唐华少将。后勤参谋次长是次长尚永强中将。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是次长李廷胜少将。训练参谋次长是次长沈晓明中将。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卫中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中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范大伟中将。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李世国少将。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毅少将。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陈生在少将。国家中山科学院院长张冠群中将。军事情报局执行长郑慧明少将。电讯发展室副主任郭先琛少将，对不起。飞弹指挥部指挥官谢家康少将。制电作战指挥部指挥官杨登清少将。国防大学教育长杨基荣少将。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校长张永文少将。另外，我们有行政院主机总处陈立慧专门委员。行政院主机总处方淑璇视察。OK， 好。跟各位还有各位国防部官员报说明一下哈，今天我们会续审国防部106年度主管预算的收支公开的部分，还没有审完部分。那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上次我们总共审了173案，那今天跟明天还有390案要审理哈，所以速度上可能还是要稍微加快一下。那因为我们之前有请国防部到各委员还有委员办公室去说明一下案子的一个情况，那也跟委员做了初步的协调哈，所以如果待会在提案的部分如果委员没有特别要补充说明的话，那我们就直接请国防部来做说明，那就简要的说明。那有些案子可以并在一起处理的，我们尽量并在一起处理，那这样可以加快，也比较能够集中审查的进度跟速度。那我们先请哈国防部的官员还有几个委员，我们就上次我们审查预算的那个位置哈来进行审查。喂，先跟各位说明一下哈，因为部长礼拜三有固定的那个大军谈哈，下午大概3点左右就要开会哈，所以我们下午哈到了大概2:30到3点中间，可能会让部长先请假先离席，那由常侍会过来哈，执行官会在这边。大军谈跟谁谈？总统。没有，就是部长去而已。那段时间部长会先请假，如果我们会议还进行，部长完了之后会再回来。如果我们到了大概是5点6点，如果没有告一个段落，那可能就明天再继续。但是我们继续我们讨论我们的议案哈。那原则上今天我们尽量就开到正常时间了哈，5:30到6点左右。好啊，明天再续审。如果明天再续审不完，我们就尽量看进度，有必要把它审完。那今天原则上我们就不会熬夜审了哈。大概到5:30到6点左右。明天还有很多啊。
帐篷来了。好，我们徐政委员到现场哈。好，那我们先请对不起，再讲一下哈，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照军种来排哈，然后主案来审。那但是就是说，能够并在一起的部分，还是请各位委员尽量帮忙一下并在一起审啊，这样才能够集中讨论的一个对象，好不好？尤其科目一样的部分。那接下来请议事员宣读议案。C1 到 C6 并案，同为第三幕教育训练业务项下军事书籍编印。C1， 陆军司令部办理军事书籍编印，应积极规划采行电子书方式办理。原就军事书籍编印5,146,000元，删减100,000元。提案人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C2， 海军司令部删减100,000元，提案人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C3， 空军司令部删减100,000元，提案人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C4， 后备指挥部删减150,000元，提案人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C5， 宪兵指挥部删减150,000元，提案人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C6， 国防大学删减100,000元，提案人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以上宣读。好，这几个案子基本上都是针对各军种有关那个书籍印刷的费用这一块。那马委员上次也提到，希望尽量电子化了哈。那个国防部这边要不要简单说明一下？委员早，我是副总督察长吴宝坤，跟委员说明如下：国军军事书籍以及期刊啊，是以提倡军事学术研究风气为宗旨。那发行的对象是以官士兵、国内外的大学研究机构智库，以及啊对这个军事事务有兴趣的读者。近年来啊，我们为了贯彻政府无纸化的这个政策，我们推动军事书籍及期刊电子化，也不遗余力。那目前啊，军事书籍有这个QDR， 国防报告书，还有这个国军的军旅词典，以及啊国防杂志等20多种的期刊，都在我们这个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啊有公开电子档，提供这个读者啊这个下载运用。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研究报告啊，也都引用我们这个期刊的内容。那有鉴于我们营区军民网啊实体隔离，然后基层官兵啊没有办法人手一台电脑，再加上这个智慧型的手机啊在营区内也没有全面的开放，还有就是那个外离岛高山偏远地区以及海军舰艇它的网络的环境啊也没有很完善，所以呢发行纸本啊，我们认为还是有它的必要性。那陆海空军司令部跟后备宪兵以及国防大学，它106年军事书籍编印费啊，总共编了1,813万元，较今年105年了、啊，我们已经减少了171万。那如果说照刚刚的这个委员的提案啊，我们还要再减少430万元啊，会影响到我们的发行量跟这个编刊的品质。本部啊将在现有的这个电子书的基础下，我们会每年滚动式的检讨，然后逐年的下降这个纸本的发行量，来达到这个无纸化的一个目标。所以可不可以建请委员就是对上述6个单位106年的军事书籍编印费啊免予删减。报告完毕。那个马委员，请。免予删减。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决心。酌删一下啦，酌删一下。那个国防部有什么意见？对啊，就不影响你们品质的情况之下，你们自己下个决心嘛。对啊，哎呀，对啊。50万可以吗，委员？可以了哈，拜托拜托。好，好吧。那这个案子，这几个案子6、1到6哈，就是酌删50，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好吧 ？OK， 谢谢马委员。来，接下来。C7 到 C11 并案，同为教育训练业务项下部队特别补助。C7， 陆军司令部部队特别补助增列213万4千元，预算编列是否在零基预算精神下令人质疑？原列1,342,500,000元，减列2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C8。海军司令部减列200万元，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C9，空军司令部减列200万元，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C10，军备局第三幕项下部队特别补助之人事费中，奖金
因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逐年增加，源于减列98000元。提案人徐志荣、吕玉玲、马文君、陈雪生。C11主计局向下部队特别补助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编列原由无以清楚说明此一预算金额之必要性，源于减列801万3000元。提案人刘世芳、吕孙林、蔡世应。以上宣读。好，那我们7到11案并案审查，先国安部先简单说明一下。委员好，我是主计局局长陈国胜。那针对 C7到C11的部分做说明哈，那部队特别补助会呢，它编列了一个预算，编列的是按照了组织的一个编装，好，还有所属单位的数量、任务的特性，还有它驻地的一个离散程度，我们也定定的一个配户的一个基准。那这个钱呢，是逐级下收到各基层的营年级，总共有2292个单位。那主要作为强化呢各级主官领导统一，还有提振官兵士气。办理各项战备演训、竞赛评比，还有任务执行及工作绩优的个人及团体的一个奖励。那有关委员提到的那个陆军司令部增列213万4000元的部分啊，跟委员做个报告。那这一部分最主要陆军啊，它106年度新编成的南北区两个训练中心，那包含39个单位，这39个单位里面呢，包含两个旅级、7个营级，还有30个连级单位。所以这些经费呢，都属于基层作业所需啊。恳请委员免予简列，免予删减，报告完毕。那个，其他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提案的江委员不在，但是有几位联署的委员。没有。那马委员请，就免予。好，同意。好，同意。好，谢谢。谢谢委员。那个，接下来第十案，请。C12，国军推动官士兵参与各营区教学点进修。年度目标值仅设定69%，无法展现国军鼓励官兵进修之信心。原就国防部所属单位预算教育行政所列16亿6134万8000元，冻结1/3。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以上宣读。好，那个国防部那这是报委员好，我是国防部的人事长徐远璞。那特别向委员报告，那近三年从102到104年呢、啊？本部证照培训的平均获照率是67.69%，接近68%，较同期劳动部61.36%高出了6.33%。那本年度我们将这个整个获照目标值定为这个69%，是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定。那也可以看出本部推动证照培训的成效和鼓励官兵进修的决心。那我特别跟委员报告，这近三年呢、啊，我们在公寓进修补助人士高达了28,836人次，那整个补助金额是3,621万余元。那这个在这里面可以看出，我们在证照培训方面所做的努力，那也能够确保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官兵呢，他各项专长证照能力的一个获得。所以这一部分呢，这个请委员能够支持我们来这个免予冻结。报告完毕，谢谢委员。那个马委员请。就未来的培训，我们还是希望比较有实务性啊。那种，哎呀，好。同意，好，那同意，好，那委员，等一下，委员，我也是提案人之一啦。那我想要针对就是有关于 C16的，现在12，12，十二不是13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那个12案就免予冻结，谢谢。那13跟17之间，并案审查，请宣读一下。鉴于陆军官校，陆军官校。修性别平等教育课程为各军事学校比例最低之学校，原针对陆军司令部第三目向下教育行政之教育行政编列1亿4103万，冻结1/5，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蔡世应、刘世芳。C14，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向下教育行政之物品费用、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杂项设备费三者增长幅度近2000万元，然之用途不明，源于减列20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C15，陆军司令部所属军事校院退学赔偿人数为各军最多，显见教育行政业务实有检讨改善之必要。原针对第三目向下教育行政之业务费减列253万4000元，
提出检讨改善报告，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吕孙林。 C16 陆军司令部为因募兵制政策积极推动志愿役官士兵参与进修，为使外界更了解此案办理内容，原针对陆军司令部第三目向下教育行政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编列1,9563,000元中冻结1/10。四、陆军就办理成效提出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蔡世应、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罗志镇。 C17 陆军司令部于教育训练业务向下所编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106年度增加预算高出4倍，为准结公帑源于减列2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吕玉林、马文君。以上宣读。好，这六个案子哈 ，yes， 这六个案子哈，都是针对陆军教育训练业务费用的教育行政来做删减跟动作，请陆军全中将。是，向委员报告，他这项费用主要1亿4000多万，他的主预算，他是陆军官校跟陆军专科学校的学生所有的事务，还有学术研讨、学术设备维护等所有的预算。那这一部分的预算，刚刚委员总共这后面接续的都是一样的预算。那第一项委员这个质疑我们那个性别的教育啊，那事实上我们每年在增加。我举例来说，这个104年，我们85人选修，那个办理专案讲座6场，4000多人。那105年就增加到144人选修，7场是4660人。在明年我们已经计划出来了，准备200人选修，啊，办10场次5500人。所以这部分是第一个C13的案子，请委员这个恳请委员能够免以删除冻结。那第14个案子，它主要是增专科学校，它教学的教材啊，102万，它这一部分，那它重点是陆军官校，它的前进场已经超过35年，它的所有前进场的设施啊都已经老旧有危险，那我们在这个明年呢、啊，准备把它这个田径场这个场地啊，全部把它做完。那另外它的警监系统也超过20年了。那现在的一些这个老旧的线路啊，也是要做。所以这102万呢、啊，主要是增加这一部分。这是C14的案子。那C15我再跟委员报告。C15这个淘汰率的问题，事实上官校跟陆军专科学校淘�汰率啊，我算了一下是12.3%。那以这个淘汰率来讲，在我们近10年来近都是正常的。一般来讲，从他入伍训练一直到这个4年级毕业，那12%的淘汰率啊，我们的留优汰劣，我们跟一般社会大学不一样。他从入伍训练到毕业啊，我们都算过，大概这个数字啊是一个正常的。我们正常数据应该在15以下都算正常。那这部分跟恳请委员这个能够了解，那这部分也是恳请能够免于减删。那第16个也是同样的预算，但是委员在询问的就是我们这个营区啊，这个募兵制的这个推动官士兵进修的状况，我们在105年总共有22个营区开放，学位班次51班次是陆军的部分，在这个20个营区开放证照班50班次，合计官兵就读就有1998元，比104年增加了102%，等于超过了一倍。那106年我们编列1956万，它主要的也是学生事务。那因为开办证照班的那个委员质疑的、啊，那3点是我们学生事务费这一部分，也恳请委员同样的科子目啊，能够恳请委员能够免予冻结。那在下面一个最后一个17也是3减，准备3减那个学生的这个预算呢、啊，他这部分向委员报告，这个也是一样陆军官校的田径场，它的场地的问题，还有这个警监系统的那个问题，那这整个案子都是并案雷同的一个预算部分，肯定委员能够支持学生的教育训练跟运动。好，报告完毕。
因为国防部事先都有跟委员先做沟通了哈，那除非说有漏掉的部分，你一定要当场说明，否则的话，我们只要统一的这个重整说明一下，是补充一下就好。那个委员这边，那个刘委员，请。啊，谢谢主席。有关于 C13 跟 C16 都是我所提案的结案的部分。那有关于刚刚我们长官对报告的有关于第十三案是有在每年在做增加的部分，那我想这个成效应该是有在进步当中，所以这个部分冻结我就不冻结。但是有关于第C16的部分，证照专班的部分，我想我之前在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质询到说，我们这个国防部在开这个证照专班，其实用意是非常好的，是要来提升我们国军弟兄的这个专业技能。但是这个开课的内容呢，似乎跟那个我们国防部所相关的这个技能是没有相关的，所以我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我还是希望是冻结，那你们再做一个调整，再做一个改善之后，把那个成效再跟我们各位委员做个报告。是，那肯定委员，我们就书面报告跟您做个详细的再报告。我们这个基本上做这个这一部分的专班哈，它有一部分是第二专长，就是说它能够结合，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我不是说我开战车，我的专长那个班队一定要学战车，他可能是学一个他可能第二专长有兴趣的。对，我知道，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是这个预算是国防部的预算，是是，所以你应该是要让他们，你应该开课的课程是要让他们能够在军中是学以致用的。那如果说他有兴趣学第二专长，那应该是退伍会之后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国防部来做这样培训的部分。我想这个必须报告，那我们书面报告给您报告，书面报告跟口头报告，还有这个成效部分也要书面报告。那我们就后续书面报告给您报告了。要不要冻结？我们到时候讨论好不好？冻结是那个蔡委，然后再那个请刘立伟。我再补充一下那个哈，我上次在质询的时候有提到关于那个教学点的部分哈，我们还是反对就是开硕士学位以上的班别了哈，我们认为可以开大学部跟专科部的齁，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们开的资料，你们还是有开硕士班齁，是，那我认为这个部分有违反了当时我们在立法院所做的一个事情齁。那后来我记得你们是说，因为你们已经公告了，所以今年度如果把硕士班撤掉，担心说这个程序上可能不大好，所以后来当时我们有同意说你只有今年可以开硕士班。那所以明年我还是要强调，就是明年度以后我们的军方相关单位不应该再开设所谓的硕士班齁，那我觉得就这个部分，我因此我要求主张冻结齁，等他就这个部分确认之后，我们再重新使用。谢谢。冻结部分我们先处理，来李立文先。我是帮江启臣陈述一下，但那个第十四案哦，因为你在这个病案里面13到17里面，解释里面都说好几项都是陆军官校的那个田径场。是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在经费上是有重复编列的。都同样一个课，对对对，所以就是在这个项目上嘛，所以我希望是说遵节的方式哈，可以来减列的，啊，我是提案减列200了，我这边江启臣委员是要减列2000呐，那我想这个也要是遵节嘛，减列一下200。那个这边有三个减列案，三个冻结案，好，所以减列的部分，请那国防部说明一下有没有这个空间。是，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恳请委员少简历一些，简历100，那我们把那个书面报告跟你们再说明。好，可以，好，那边上先简历100哈，这是科目里面。然后该刘委员，我们自行调整是。对，冻结的部分了，那个现在刘委员是冻结多少？冻结十分之一是多少？100万，100万乘数万嘛，那就冻结200，好吧？然后针对几个全部是所有案子冻结200，然后请国防部针对几个委员不同的理由，不同的理由原因一次做书面报告。是的，这样可以吗？可以，是的。好，那这个科目就是原则上是删100啊，冻200，科目自行调整，好吧？好，谢谢委员，谢谢。来下一案 ，C18、19并案 ，C18。陆军司令部作战综合作业增列原因未予说明，原针对第3目教育训练项下作战综合作业原列
2,4,657,000元，减列300万元，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李玉玲、徐志荣。C19，陆军司令部作战综合作业项下编列高额国内旅费，显不合理。原针对陆军司令部第三目项下作战综合作业之业务费中，国内旅费减列1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马文君、吕玉玲，以上宣读。好，18、19两案哈，但是18里面有动跟三哈，动300，减300，动3000，那19是减列100万。那个请国防部说明一下。十八委员18、19案呢、啊，我跟你委员报告一下，这一项啊，业务费增加了308.2万，这一部分主要是办理我们各部队的警监系统的资讯设备的维护，还有这个教勤点招的一个所需的差旅费。那另外就是设施还有机械设备养护费，它这个部分是编列维护数位化警监系统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啊，这我们包含我们第二预备指挥所司令部的跟第四作战区指挥所的部分的养护费。刚刚我讲那个国内差旅费啊，主要是教点勤招这一部分是核实核销，就是说有多少教点勤招的兵，他的差旅费。那这一部分是核实编列的，这个删掉的话，可能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这18跟19大部都是这两项的。好，18的部分，因为江委员不在，那个两位联署的委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不减哈、好。是，谢谢委员。19案那个徐委员有没有意见？我可以酌减了，减一点了，不要减100万了。那个陆军这边，跟委员报告，他这个还再说明一下，他那个教点勤招，他那个他的所有的那个差旅费、交通费，我们按照他人头来算的话，他说如果说减太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少减一些，不然的话，我们到时候核发他的时候，对啊对啊，我就是少减了、啊，是是，你可以接受20万可以吗？减10万是是，我不说20万了，好的，20万好了，好，谢谢委员，谢谢徐委员，谢谢委员，那这个20万好，减20万啊，科目字条。好，那19案，18案就通过，谢谢。来，接下来请。C20到23并案，同为第三目教育训练业务项下训练综合作业。C20，陆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下训练综合作业原列7,3,581,000元，为于预算书中并无说明增列原因，源于减列2,173,600元。提案人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马文君。C21。陆军司令部为办理重大演训所需军事装备及靶船机采购等所需大幅增加，此预算增幅之必要性令人质疑。原针对第三目向下训练综合作业减列500万元，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C22，陆军司令部为汰换充实凌云冈等6处靶场之自动化靶机系统及更新，费用人数偏高，原针对陆军司令部第三目项下训练综合作业之业务费中军事装备及设施减列350万4千元。提案人徐志荣、吕玉玲、马文君。C23，陆军司令部连年编列高额奖补助费给部队训练场所在之县市政府，但国军与屏东县政府如于有法律纠纷之际发放募林费，恐一生困扰。原针对陆军司令部第三目项下训练综合作业之奖补助费中对国内团体之捐助冻结600万元，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徐志荣、马文君、吕玉玲，以上宣读。好，那个请国防部说明的时候，针对那个委员的质疑哈，具体说明。比方说，他20案就讲说，跟去年比起来是增列了，多少钱？然后为什么你们会增列2,000多万？那21案也是一样哈，跟去年相较大幅增加670万，那个原因简单说明一下，好吧？鲍委员，他这个我们本军的募林经费啊，我们的审定的结果，106年审定已经审定的结果啊，包含竹北、新埔、湖口等等4个行政区域募林的捐助经费等级提升，另外金门、金沙、澎湖这个有11个乡镇市，他就加入募林经费的一个审查预算，这一部分加起来就2700万，那其实我们
后面的这个后训中心开办二级补保班啊，还有其他资讯设备的一些教育器材，增加了744万。那另外行政节约，我们还减约了，我们在行政部分还减约了1271万，所以这样加加减减，这样明年我们增加了这个2173万，所以主要的部分都是睦邻经费，就增加一些乡镇是？多像四个行政乡镇是升级，它譬如说600万升到800万、1000万，那11个乡镇是加进去的，包含金门、澎湖、大安出新水区、屏东等等的，那这部分主要就2700万增加了。好，那个田委、马委员，请。哎，对，刘委员，不好意思。我是 C20 哈，你说睦邻经费是？睦邻经费是什么？睦邻经费，这不是训练吗？又跟睦邻经费有关系？不是，训场的。训场的睦邻经费。他这都算在训场的。那个7亿3000万，那你这个训练经费包山包海哦，包围，而且你这个训练的内容啊，跟去年都一样，要增加了2000多万，结果你的解释是睦邻经费。报告委员，我向你说明，我是国防部的训练次长。第一个睦邻经费，我们是放在12东116训练费的这个科目里面。为什么在这个科目里面呢？因为睦邻经费主要是针对我们国军重要的武器训场靶场，我们常年在射击，可能对地方周边的乡里啊有产生影响，噪音啊、环保啊，甚至管制海域的渔民作业，所以我们每年都会编列睦邻经费，经过一个很严审的一个很审慎的评审以后啊，核定它每年会睦邻多少钱。那今年、明年编的睦邻经费，今年已经都计算出来、评审出来了，所以如果这个经费被减列，那我们就拿不出这个睦邻经费了。是为了每年都有编睦邻经费，那今年增加了2000万，又再编进2000万的睦邻经费。这2000万，今年增加的2000万不是睦邻经费。刚刚解释是睦邻经费、今年增加的2000万是陆军明年要做6座自动化的靶场，这6座自动化的靶场。不，它总和加在一起是增加。现在我讲7/20，我解释哪一案了？包围，我跟你报告哦，它的总额度是比去年增加。那增加的原因是它要新建一些6座自动化的靶场，部分的睦邻经费哦。所以说，这个像这个靶场也是主要是部队射击训练要用的，睦邻经费也是要支持部队常年的正常的训练要用的，所以它的额度是增加，但是它每一个科目都讲的。你睦邻经费多少钱？你那个六个靶场的睦邻经费，1950万，1000，所以你增加的部分就是了。1亿9000万，我们总共是1亿9500万，我们明年增加2700万的睦邻经费。对，是用来哪？总共陆军的部分1亿9500万，1亿9500万，是，所以。我是说，你比去年增加的这个部分，增加的部分是用在什么地方？我刚刚跟您报告，就是4个行政区，包含新北、竹北、新埔、湖口、新丰乡四个行政区，另外金门、金沙、澎湖、马公、台中大安区、清水、屏东县的狮子乡、那就是、车城、枋山乡11个行政区，那就是说这6个靶场的经费。就跟靶场不是6个靶场，刚刚靶场是另外，我们有这新靶场的另外一个科，怎么是下一题？是那是 C21。那是 C21，现在讲20。所以你是一起解释吧？对，这是20，21是。所以就跟这个增加这部分，你这个训练跟去年都一样嘛？包委员，这不是同目的东西啦。我所以你这个增加部分训练的项目，你要讲清楚。你有跟去年有没有不一样的增加？去年啊，陆军的训练费是7亿088万，今年是7亿3000多万。那么它增加的是2000多万的自动化靶机，然后教学引带增加了500多万。睦邻经费刚才报告了，增加了2700万，那还有联合实弹的这些靶船的制作，增加了687万，但是他在警监训练费他也减少了，所以刚才的一加一减，总共增加了2000多万，是这样的。
所以这剩下的这两千多万不能说单针对某一个科目，它是整个总和的加减的这个结果。那刚才我所解释的就是他要做靶机，他要增加木林，也是有设备啦，有靶场周边的了，都有，全部都加在一起了，所以就全部混在一起，我们也看不懂。总和在一起。好，那我要补充就是，这一案哦，你这样解释的不是很清楚，还是要说明的，还是要说明你这个内容了。我这边是要简略，我这个地方的话，我要简略500万。不，它总共是7亿3000多万嘛。刚刚那个次长报告说，有些增有些减的部分，它是7亿多。我先要动一部分，减一部分，你再把详细的报告给我，好不好？还有就有一案就是江启程的这个 C21 啊，你们有去跟他说明，结果你们要给他的那一些资料都还没有送到，所以这边也要先冻结。我们这边就准备冻结一千，等你们书面资料送过来之后再一解冻，好不好？是的。来，那徐委员请。我提的是 C23。C23这个敦亲睦邻我也知道有那个必须性了哈，但是我那个案由里面说明的也很清楚，就是我们屏东县政府他对我们国防部好像也不太友善啊，他一直要讨我们的大武营区回去，还听说要告国防部哈，所以我是坚持我 C23要冻结，啊至于冻结的额度可以减少啊，等跟屏东县政府，其实后面海军、空军都有关那个，我是有点替你们争取一些那个，啊，反正你跟屏东县政府如果大家讲好的话啊，我至少你动，我坚持要动个100万的，C23了。报告徐委员啊，你们跟屏东县政府大家很友善的谈好以后，那书面报告给我们委员会，我们再解冻。是，鲍委，谢谢徐委员。上礼拜你就跟我们讲过了，徐委员非常关心我们跟屏东县政府的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段时间啦，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去拜会县政府，所有的这个联勇超演的进训的每一个部队，我们都去拜会说明。其实现在互动非常好。那我仍然建议啊，这个冻结的数目能够少一点，最好不要冻结，我们提交书面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不知道委员同不同意。陆军的、海军的、空军的，你都冻结了，那么这三个一并都把它取消，谢谢委员。好，那个来蔡文君，这个我想问一下陆军哦，我看你们那个国军睦邻要点里面啊，就是武器训练场、实弹射击、油料库、弹药库等等等等嘛，哈，所以要睦邻。我就记得基隆不是有个靶场吗？在外木山。对啊，那个没有列进去哦。是是，外木山在比较里面，它有一个分贝的测量，它有它就有。对啊，这个为什么你的木林没有到基隆外木山靶场？没有。报告委员，我们的主要武器的训场靶场的木林是针对火炮、飞弹的射击，还有空军的炸射。所以轻机枪那个像那个一般的那个步枪靶场是没有木林的。不想把啥弹药库嘞？弹油弹库，因为油弹作业影响周边的民众有睦邻。那基隆不是也有弹药库吗？我们现在就是两种性质，一个是射击，哦，炸射，一个是油弹库。嘿，那油弹库是针对大型的油弹库，这个要请连市要再做说明一下。没关系，下次把炸射搬到基隆去就有了。哈哈，缺了就睦邻，所以不是所有的弹药库都有睦邻，就对。委员报告一下，我是连市次长。因为弹药库它睦邻它有它的条件，那距离多少这些东西都有计算的方式。那如果是说它的弹药库距离没有影响到人民的安全，基本上我们就没有做这一段详细的状况，我回头会跟委员报告。好吧，那你想想给我一个你们的计算标准，怎么算弹的距离是多少？安全距离跟民宅的安全距离，弹药库相关的资料我等一下找一下，我跟委员报告好不好？那你所谓的距离范围，对，这样子有点含糊了。是。好，这样好吧？因为那个坦白讲哈，听完全中这样说明之后，我还是听不是很清楚哈。因为几个委员对你那个钱怎么算出来的，睦邻经费为什么增加是不清楚的。我应该还是要冻结啦，好吧？那我可不可以建议，因为大家有一些建议，就是冻结500万，可以吗？报告委员，我要报告一下，因为120动116的科目很特殊，这个它是拨到各单位去，部队平时的日常训练、基地训练。
训场的维护整建，每天都要花这些钱。那洞我们未来解冻啊，可能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的部队的一训练啊，就会产生立即的影响。可不可以把这500万再减少一点？能不能动到大概200万？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让训练能够正常的执行。可不可以？主席，这个预算20亿呀、啊，只要你们说做一些书面报告，同意之后就解冻。我们主席说500，我们还想不行，要1000呢。啊，是了解了。那我们想尊重主席，又就500。谢谢委员。你还要减？是。就动500，马上、啊、是，你解释清楚，我们就解冻了。是了解了解，是，那就动500了。那山的部分呢？山的部分，主席现在是陆军哦，刚刚长官讲的，我那个海军跟那个空军都是以后哦，那是以后哦。你不要刚才你说陆海空中通通解掉，我没有我没有，现在是讲到陆而已哦。你不要把那个海了解那个又带过去了。是，谢谢徐委员。报委员，那个好了，那个三军加起来500万嘛，那个刘伟，那个冻结500嘛，做书面报告是解冻嘛，哈，那检验一样检验500嘛。报委员，恳请委员，因为你加加减减，我们看不懂你怎么花这些钱呐、啊。报委员，我们陆军部分再列2000，跟去年大概报告内容都差不多了，所以你还要配合书面解释啊。报委员，那个冻结啊，我们可以书面解释，那个检验500万了、啊，这个一分钱做一分事啊。这真的是不能减，这个减了一定会压缩到某个部分的训练，比如说他的靶机就不能买了，他的训场就不能整建了，哦，他这个军官团教育就没办法执行的，能不能请委员高抬贵手？这个500万真的是不能减，我们冻结交书面报告可不可以？那你们尊节一点，那就减列300了，300好了。报委员，减列100好了。三百，我们就是只训练的，我们就300，这个真的是部队在训练用的。前列300，我们这里面没有什么这业务差旅的。啊，王定宇说200，那就200好了，那就不要再讲了。照王定宇讲的200。是，谢谢。你还没讲话，那我们好了，谢谢王。我们科目自行调整，我们科目是各科目自行调整之后，我们好，那就书面报告。这20到23，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就是前列200万，然后冻结500万，是科目自行调整，是好吧？谢谢。那个接下来我们是海军的部分，24到29案。C24，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学生技能证照获得比率相对偏低，请国防部研谋改善方案，援救海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减列200万元。提案人陈廷飞、蔡世应、吕孙林、罗志正。C25，海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向下办理1、2、3级舰长职前班至民间大学院校单位实施舰船模拟仪训练等训练费217万2000元，因未善用海军官方现有同等船舰模拟机设备实施训练，原予以减列1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江启成、林长佐。C26，海军官校毕业学生技能证照获得比率表现欠理想，原针对海军司令部第三目向下冻结1/10，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江启成、马文君、徐志荣。C27，海军官校士官二班学生证照培训成果欠佳，原针对海军司令部第三目向下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减列100万元。提案人王定宇、吕孙林、蔡世应、陈廷飞、林长佐。C28，同为减列100万元。提案人罗志正、吕孙林、陈廷飞。C29。海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向下远航训练编列36631000元，每3年安排走访东南亚航次，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新南向政策，请国防部及海军司令部就实施敦睦外交提出专案报告，原提案冻结1/3，提出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以上宣读。好，请梅参谋长。各位委员好，这几个提案啊，有包括陈廷芬委员、吕玉玲委员、王定宇委员，还有罗志正委员提到我们官校二专班在证照获得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在针对这个部分，在预算中心提出这相关的一个我们的缺失了之后，我们司令部也直接到海军官校实施这个相关证照培训成果欠佳的一个检讨，现在也撤拟了相关的执行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办法。那这个办法我们也完成司令部的审查，已经撤班下去，后续我们自己本身会针对这个证照的一个获得，会纳入我们完整的一个
计划的一个实施，也会找相关外聘的老师来执行。所以在这个部分啊，跟几位委员做一个说明。另外，马文君委员有提到的有关，就是我们舰长班的训练，这个还有远航的训练两个部分。在舰长的训练的部分，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大概依照现行的有三级的训模仪、训练模拟仪，那现在我们海军官校的只有第二级。那海洋大学还有高雄海洋科技大学院，他们的是属于 A 级的，所以在我们为了使这个我们的舰长的训练每年有四期，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师训的设施，并且避免我们海军官校要重复投资运用民间的资源，所以我们是采这种的方式跟他们去做一个每年去做一个订约之后到那边师训。那远航训练，其实海军在历年的远航训练都把东南亚的国家都会把它列入我们一个重点的一个蹲防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范畴，都会去洽询，这是我们既定的。那我们因为在远航训练的部分，在106年，我们在一月份就要启动远航训练的这相关的一个执行，我们在2月跟5月就要执行国内环岛跟国外的远训，所以说它确实有它的预算的迫切性。如果遭删减，我们可能在整体的远航训练的预算的执行上面会有问题。那这相关的就是我海军司令部针对各个案子的一个报告。那有关如果说是在全案的一个并案检讨的话，那是否说在全案的那个就是采那个简略的方式，让我们在教育训练还有这一般的这些重要的官校学生训练的方面能够得以顺利的推展。报告完毕。好，谢谢那个陈廷威陈委。这个部分刚刚国防部也报告，确实是在证照部分经由你们了解，确实是有落差嘛。是的。那现在因为在我们一直强调证照的一个重要性，其实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国家的资源的运用其实应该是更有，是的，让大家有一个依循还有一个表率嘛。谢谢委员指导。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应该要做一个删减啦。是。那做一个删减之后，那起码你们可以自我检讨。是。那不要冻结，因为你们已经检讨过了嘛，然后确实有这样子了，所以就是用简略的部分。那你们自己说简略多少？100万？报委员，因为是你是让你们自行调整啊，是有，因为你是4亿多，对，我是建议简略100万，是啊，简略100万自科目进行调整。简的部分先100万可以了哈，动的部分我们再处理哈。那个简的部分海军就同意哈，那个动的部分那个刘委啊，是我的案子是动了哈。其实我是想要了解清楚哈，为什么陆军他们取得证照是90%，海军只有30%？按怎么训练的？怎么激励他们的？这个不是简略的问题，是你要好好训练，有钱给你都没有问题。可是我要看到你的报告出来，是你怎么样去执行？是好去努力去因应这种措施。我们报告已经完成。都可以送到委员那边，所以我先动，好，我先动，你们来给我报告，再解冻，好不好？用书面，书面是，啊，是那个蔡委员这边。不好意思哈，其实我有点搞不大清楚，你们那是什么证照？就是他们在技职的相关的证照，有所谓的修护的证照。你们念士官班，为什么还要给他训练证照？这个是在我们的教育计划里面，我们要辅导他获得证照，但是他在毕业上面，毕业其实并没有所谓需要证照才能够毕业，所以他是任选一张证照，还是一个人要考几张证照？我们会鼓励他要获得，基本上要有至少要有一份证照。一份是你们现在海军是鼓励他取得哪一项证照？跟委员报告，我们这边有把他的列出来，包括航海科、轮机科、okay, 通信电子，这个再给我一份不同的。是第二个事情哈，你刚刚说去民间大学院校。船舰模拟，你说去哪个学校？我们现在有基隆有海大，然后高雄它有海洋科技大学，他们都有所谓的 A 级的模拟仪。我们国内模拟区分3级 ，A 级、B 级、C 级。所以你有跟这两个学校合作？A 级是它的场景是最完整，自动化最完整，训练的标准会比较高。我们海军官校是 B 级，我们一般是作为学生训练。那 C 级的就是一般的，所以你们现在 A 级就是要去这两个学校做训练。是的，是每年就是跟他们去做这样子。那你再给我分明单，一年大概训练多少个学生？我们四期。对啊，就是去这两个学校各多少人？有资料嘛，对不对？有资料，再给我分。104跟105都是海洋科技大学。
那个马委员高雄的，对啊，为什么不去基隆？基隆没有来参标哦，所以这个还要标？要。那个马委，那个你的理由？针对24案，就25案哈，其实这个我有意见。刚刚有报告说，我们舰船操作模拟仪分 A、B、C。是。然后，其实目前以投射角度来说，可能那两所大学是 A 级的。他们到240度。我们海关的是目前是 B 级的。是。可是就我所知，它包括驾驶台环境设施，还有靠泊作业控制、机舱控制等等，它可能有一个自动化的啦。不过我们虽然是 B 级，可是我们的那个投射角度已经达到210度了，其实并不是距离那么多。所以我们这个训练哈，我们希望说，因为船员证是国家级的证照，你即使到这两所大学去做训练回来，其实他还是没有办法有船员证。所以我们希望说，你虽然只是编200多万，可是你如果办了10年，就有2000多万。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你在 B 级，其实240度跟210度，它没有差很多。你如果是120度，它的那个可能就是 B 级是120到240，可是我们目前海关的已经到210度了。好的，就是跟 A 级其实并不是差距那么大，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可以省下来。你有两个做法，一个你就是如果要节省经费的话，可以请讲师到我们海关这边来上课。好，你只要付终点费就好了，其实就不用那么多钱，那可能几十万就可以做到，你不用每年花200多万。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把省下来的费用用来提升我们这个装备，充实我们自己的装备。你只要几年以后，或者再多编一些预算，我们的训练就可以达到跟这两所大学其实是可以相等的。所以我们希望朝这两个方向来做。如果说你是请老师来上课来授课，你现在就不是嘛？你现在是去外面上课，你每年编了200多万。可是你如果是请老师过来上课，因为我们平常都有交流，你只要来上课，可能30几万了、啊，算起来，就差距蛮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要提升自己的装备，就海关目前可以训练的，就是我们舰船操纵模拟仪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你把这个经费省下来，未来自己充实，让我们提升到 A 级的部分。那看你们要怎么做。如果你是请终点费，我们就减列；如果你是要提升这样的装备，可以跟这两所大学可以一致，那我们希望你在预算上面可以做减省跟充实。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其实委员刚才说那个指导的部分哈，我们海军其实我们也曾经评估过，就是是否把海军官校的去做一个升级，这样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训练。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资源，我要不要再把这么多的资源再投入到一个国内已经现在民间就有的这个能量上面，希望能够资源的一个的。因为其实海军官校里面，我们的模拟仪的教学设备哈，这一套跟传讯中心或者高雄的海洋科技大学南区传讯中心其实是相同的。目前我们给官校学生上课教学的这个使用率非常低，每周不到10小时，所以这已经不是重复使用，因为你没有善用我们自己的资源，你只要再补充一些经费预算，它可能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不是浪费，因为你每年都要做啊，你每年都要送学生去上课啊，所以我不认为说这是重复的浪费投资啊。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事实上你看好像 A 级 B 级就是一级，事实上差的非常大，它不是只是把那个电脑提升。那如果这样的差距很大的话，大概要投入多少预算？要投入多少预算？你们有看过算过吗？要建案。连美国海军现在都是委他的，这个像罗德岛的。我们不用跟美国海军比嘛，因为我们的海军的训练，你现在去训练一二三级舰长的职前班，你是拿不到证照的，你去上课也拿不到证照。你如果在我们的海关自己内部做更好的训练，你应该提升就应该要提升啊。我跟委员，要不然你说今天如果你们没有办法说明清楚，我们就冻结。是，我跟委员。然后还有顺便简列，请他到我们海关来上课。是是。啊，那个王定宇王委，委员讲。大家好。这个
委员哈，包括马委员提的，其实是为了海军好哈。但有些如果你觉得需要说明清，因为我们一个课程大概不是只有讲师哈，还有仪器，还有场地等等，我觉得你应该把它书面说明清楚。我现在先请教，第一个，你这是已经毕业的辅导这些等于是在职的，去拿到证照，那你现在在海关里面的二专班有没有要求他们拿到证照？跟委员报告，我们在教育计划上面有确实有写到要辅导他拿到证照。我们这样讲哈，一般像文学校那个都可以改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每年毕业的，你们辅导在职的去拿证照，那执行率就有三成。然后后面要毕业的，你又没有要求他一定要拿到证照，你光算那个哈，一直出来一直训的话，你永远达成率都会不高。所以我是建议，我是建议我们同事这边就是减列100万。然后着语冻结，让你们有提个改进的计划。那改进计划包含什么部分呢？第一个，对原来在学校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哪些证照你要拿到才能毕业？是，这个那至于拿到证照的方法，是我们自己训、自己聘老师比较经济划算，还是招标委外比较经济划算？其实那个是科学问题，可以计算一下哈。那我们现有的能量，如果能够吸收的，尽量不要浪费公帑嘛。那第二个，已经在职的人。有时候是他自己意愿不想拿到啊，有时候我们拼命要训他，不一定要拿到，所以你们应该是个意愿表。那如果不想去参训的人，愿意去拿到这个证照的人，再来算那个达成率，可能计算的基准会又不一样。所以我会建议说，你把这些改善的方案列出来。那我是建议主席说，我们着语冻结，然后减列100万，让海军有改进的机会。其实哦，海军要注意到，刚才委员他们提的建议都非常好的，是而且非常深入啊。所以我刚提的，报委员。我建议了哈，因为刚才我们在处理陆军的那个教育行政这块是，它是删了100，动200。是。好，那虽然我们这理由跟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是不是也可以比较，就是删100，动200？没有，不同意，因为其实我认为他应该要把就是你方向先规划出来，比如说你要投资多少，你 B 级变成 A 级，你大概要再投注多少的预算金额，你都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划。的时候，因为刚刚陆军那个不一样，他们要做什么，虽然也是有很多漏洞啦，不过至少你知道要做什么。那你现在 B 级提升到 A 级，我们210度，我不知道你提升这样子要花费多少预算。你们在还没有评估之前，没有理由认为这样是不可行的。那如果说你还是要用这样的训练，我说十年你就要花2-3千万啦。好，所以其实。而且这个是跟其他的证照不一样，这个是拿不到合格的船员证的，所以你只是做这样的训练，我们希望他可以充分的利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装备设备，所以减列100万，冻结500万好了，完了冻结1000。500可以吗？就是以120动116，把说明提出来，是，然后提出书面报告，是，好吧，因为好几个委员都跟着这案，所以一样，他们关心的议题，包括证照的考取这一块，都列在同样的书面报告里面，好吧，是，那就是这个科目就是120动116，120动116就是3100动500，提书面经同意以后才可以使用。120动113教育行政是好，就是3100，然后动500，那提出书面报告经同意后是的动之，那科目字条是 OK， 谢委员，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第三十案 C30 海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下作战综合作业，其中 N2 教勤召集业务中办理教勤召集。专访等国内旅费编列938万4000元，因增列原因未予说明，原予减列200万元。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以上宣读。好，那个江委员不在，那其他联署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海军司令部在此做一个报告，有关在这个增列的部分，我们原来105年是747万，增列到106年936万，主要是针对106年的后备军人教育召集的人数，依照规划要多增加2597元，所以说我们依照实际在计划上面要增加的教育召集的人数来编列他的差旅费，是为了让这些教育召集的人员他们在执行这项工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差旅的一个那个指引。报告完毕。科经委员能够建议免于删除，避免影响教育召集人员的他的一个差旅的一个支出。好，那个吕玉玲委员，我想请教一下哈，你那个教招就是退伍在8年内，你一次教招的时间都是5到7天。那他们来这边，你受的训练
你是着重什么？跟委员报告，我们海军的大概区分有所谓的军事勤务队，我们还有所谓的在一般的陆战队有一般的他们的包括教招点招，那我们在海军的部分也有所谓的他的到场所的训练，他有专门的技勤人员的，也有到我们的扫捕雷大队的，也有到我们的那个舰艇单位，那他会着重不一样的专长的训练。那我们专长的复训完成之后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完成专长复训，然后另外这个是我们的在整个教招的一个规划的里面的科目。那这个经费是他的一个交通费，等于说他从家里到我们单位的一个交通费，这个就是按照人数的多寡，人头点的。对，跟来有吗？还是回去？来回都有吗？来回都有，我们都要支予给他，都有一个标准，都有一个支予标准，所以依照人数支予标准，然后定出预算，所以这是给他个人的。这个教招要增强国力哈，让全民国防，这个是很重要，我知道。是，但是因为五到七天的时间，如果一般在上班的人啊，这五到七天的、啊、请假哈，真的会影响他的工作。是，那如果来的话，我是希望你们重点培植。是。重点培植，实质上的需要是哈、哦，日后可以全民国防可以用得上的，是来重点培植比较有那个效益的，不要培养那个比较像做到海军的话上船啊、去那个晃一晃就回来这样子，就没有实质的那个用处哈、哦，是，所以这个要再加强，是啊、哦，这个还是要做一些报告，是好不好？你们训练的那个内容哈、哦，这个增强这些因应的这些方式都要做一些报告，好不好？是。那我们就免三，然后是不是就是提供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好吧。是，主席。其实我要讲的是那个，梅参谋长讲的意思我知道，因为你106年是人增加嘛，哈，增加是。只是说你人增加，你增列191万，我是不知道你105年是多少人，那你106年是增加多少人？那个人跟金额的比例是不是？跟委员对得到，如果对得到，我们都没有意见了。报委员，我这边有一张表，完整的表哈、啊，这上面就是针对我们委员，我给您报告一下。啊，没关系，没关系，非常完整的。只是说105年，我们总共每一个部队有多少人？对，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增加的人跟增加的金额要成比例是这样子的。这是一定的，我们也不敢乱算这个标准的。Okay, 是。好，那个C30案就是免予检列，然后请那个美海军提供教招的那个书面报告，是给委员参考，是，谢谢。好，第31到35案，请说明。31到35同为海军司令部第三幕向下训练综合作业。C31因发生熊3飞弹误射事件，源于就训练综合作业之业务费检列519000元，提案人刘世芳、吕孙林、蔡世应。C32，海军司令部第三幕向下训练综合作业，其中 N1 战备与训练作业中办理涉及场地等军事装备与设施，编列4069万8000元，因大幅增加未有具体说明，源于减列2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徐志荣。C33，因发生熊3飞弹误射事件，援救。训练综合作业向下业务费、一般事务费予以冻结1/5，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孙林、蔡世应、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罗志正。C34，海军司令部因仁寿山营区地坪整建工程案已完成开掘标，原针对第三幕训练综合作业之业务费中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蔡世应、陈廷飞。刘世芳、林长佐。C35，有关道五营区土地，国军与屏东县政府如于有法律纠纷之际发放木林费，恐一生困扰，原针对海军司令部第三幕向下训练综合作业之奖补助费中对国内团体之捐助冻结2000万元，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徐志荣、马文君、吕玉玲。以上宣读。好，请那个海军简单的说明。是海军司令部做个报告，在这个预算12栋116里面，总共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关刘世芳委员跟李司令委员提到的熊山之后，我们海军要予以撤进。
的部分，那我们也做了相关测进啊，建议委员能够降低三减速。第二个部分是江启臣委员还有蔡适应委员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训练综合项下的有关军事装备设施维护的，今年我们之所以增加的原因，跟委员做一个报告。我们在105年到109年，针对我们三军联训基地，为了降低训场周边对民众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规划了相关的水土保持，还有相关的这些的一个基地的一个那个整建，希望逐步改善，让民众的环境跟周边的设施还有环境，所以我们增编了。3000余万来去做这个改善。那第三个就是徐志荣委员刚才跟陆军的那个问题是一样，就是有关我们对于恒春跟车城的睦邻的一个经费，各为1000万的睦邻经费啊，以上这个是属于我们针对这个两个县地方乡镇我们予以补助的部分，跟刚才陆军的问题是同步的。报告完毕。好，那个徐委员。刚刚陆军讲说他跟屏东县政府相谈甚欢了哈，是陆军跟他讲还是国防部跟他讲啊？所以我这个2000万也是针对他这个金额，就是要给屏东县政府的敦亲睦邻会。我们一直在强调敦亲睦邻有所必要，但是你相谈甚欢，我们实在感觉不出啊，屏东县政府跟我们国防部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的，你们有没有书面上或者是屏东县政府他有公开表示对国防部的善意怎样？我现在问部长一下，部长你建议我对这个海军的2000万的冻结吗？你赞成吗？我不赞成。你不赞成是动太多还是怎样？屏东县政府他一直找你麻烦呢。麦克风拿一下，麦克风拿一下。现在没有吗？这个我们已经谈好，就是说那块地啊，我们准备在今年把它办了以后呢，我们应该在109年以前就可以完成。所以我讲的是说，你们都跟他讲说谈了，但是我们没有在场跟你谈的啊，我们也没有听到啊，只是听你讲而已啊。是说有什么文字上的、书面上的，或者是屏东县政府他公开上，很自然的有表示对我们国防部也没有怎样的怎样。是的，那我。新闻上已经报道，就是说彼此已经达成谅解，而且知道我们国防部非常努力在办这个事情，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没有再有杂音了。委员，您是在屏东的，我想您一定，在苗栗，您可以到屏东去查询一下。是是是。那部长，那你这样讲哈，你就以后就不要有屏东县政府以后要告你们还是怎样子的哦？是是是。如果你现在哈可以，所以我不敢简历啊，我只是动而已哈。你如果这样讲哈，以后他如果还有找国防部的麻烦，那明年我是不知道在哪个委员会了。如果他还有找你们麻烦，明年我就坚持就要那个咯，要动还是要减咯？好好，好不好？那个江委员有没有？请他们进一步说明，因为这个案子是你的。我就是简列200，简列200是啊，这个3778万的工程嘛，啊，简列200了，简200是谢委员。啊，那个蔡委员这边是同一个科目吗？没有吧？同一个蔡委员也是同一个，也是在人寿三营区的，那就简列200了，好吧？没有更新了，就并在一起。我给碳几八的对吧？好 ，OK。那这个科目就是减列200，然后就不动，好吧？是。好，谢谢。科目字条。谢谢委员。好，接下来36到38案，来。C36，空军司令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下教育行政办理人才培训作业，因预算增列庞大，但未欠具体说明。原就编列业务费1,782,000元，减列200万元，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李玉玲、徐志荣。C37，空军司令部第三目项下教育行政之业务费中物品，为节省公帑，源于减列1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李玉玲、马文君。C38，空军司令部第三目项下教育行政之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比105年度宽列300余万元，源于减列3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马文君、吕玉玲。以上宣读。好，请范参谋长简单说明。
报委员，这个36、37、38都是教育行政费底下的科目，容许我并案一起做报告。这个三个案子都到委员办公室去做过报告，我们做过简要报告。最主要是空军的一些学校啊，都是在南部地区，而且它的建设已经老旧了，加上这两年呢豪雨跟台风的关系，造成它的这个装整个学校的一些大楼跟教育设施有所破损，所以我们今年编列的预算增加的都在修缮这个部分，请各位委员谅察，谢谢。好，那个提案的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江委员，江委员，江委员，你西三六，你的数字，你的数字比我大。对啊，所以有个问题了。以他为主啊，他今天都没有当主任。而且没有他成全我啊，他后来改变心意，认为应该跟我的一样。那个洞的部分是不是就不处理还是怎么样？删我们就删了好不好？洞就不处理。然后请空军这边提出洞的一个着山的一个数目有没有？你这个总经费哈，因为他们实际上需要嘛。你是田径场的那个修护是田径场修护，还有一些教室大楼的改善。好了，简略的，简略的。是好，简略那个空军有没有数字？是可以简略100万，100万可以吗？100可以了哈，可以了。再下两把，几把？因为哈，蓝龙仔跑道哈，随便做都400万，他们自己已经简略了啊，增加的部分是100多万哈，减几把哈。不过这些操场，他们操场好像很久，二十年都没有处理的了。好吧，哦，减几把得了。那个学员可以吗？好了，好了，好，那就简略100，然后免予冻结，然后科目字条，谢谢。谢委员。好，接下来39到41。C39，空军司令部第三幕向下训练综合作业预算大增，未见具体说明，源于简历1000万元冻结2亿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李玉玲、徐志荣。C40，空军司令部第三幕向下训练综合作业之业务费中物品，源于简历2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李玉玲、马文君。C41。空军司令部第三幕向下训练综合作业之奖补助中，对国内团体之捐助，因大武营区土地国军与屏东县政府如遇有法律纠纷之际发放募林费，恐一生困扰，源于冻结4000万元，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徐志荣、李玉玲、马文君。以上宣读。好，请空军说明一下。跟各委员报告，这个案子在39跟40分别由江启臣跟徐志荣委员提出来的是同样的科子目，我这里做并案的报告。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明年所增加的8亿6千万里面，最主要是我们 F16 战机的后续训练案，明年是结案的年度。我们目前整个结案的数字是22亿，我们去年编的是16亿，今年总共去年编的是14亿，今年编22亿，所以多的8亿是在这个部分，请委员能够，因为这个是 F16 的后续训练案。对于我们空军的战力也有很大的影响，请委员能够支持，谢谢委员。这是在台湾还是美国训练？在美国训练的。到美国训练 ，OK， 这是签约签好的是吧？签约签好的 ，OK， 好，那个江委员或者是徐委员，39到41。我的是39了哈，39这边你赴美训练。每一年是大概22到25亿元，每年平均在20亿，然后去年明年是结案的，所以我们明年编了剩下欠款，总共编了22亿。欠款就是明年是结案的，加上之前不足的部分，总共加起来。所以你这个整个案的期程是多久？总共五年。五年总共花多少？报跟着我应该是3年，我到底3年还是5年？因为。报这个总共是五年，102到106。报委员，这个部分是106编22亿嘛，对不对？对，今年编14亿嘛。今年14亿，102到106。那这中间有八亿的差距，这八亿的差距都给谁？不是，那个就是之前我们可能在整个预算调整的时候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怎么又编列不足？然后所以我说你们。预算编列都不确实，就是这样，要么就是抓不准，而不是多编，不然就少编，然后在后面再来编，再来 cover 过去自己编的预算的不足，
这个而且你们落差都很大。之前买武器的时候，你看你一差就差50亿，差100亿。那现在这个人事编装的训练费，你也能够差到8亿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在预算拿捏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概念嘛，然后就随便抓一个数字来编啊，反正到时候不够，明年再把它编补回来，这个不叫预算啊。好，所以我比如说，那明年你到底要训练多少人，对不对？是，然后每一个人成本多少，这中间的误差，坦白讲是不应该超过3%的啦。是。没有那个说预算编列误差都5%、10%这样在编，那我来编就好了，我们立法院帮你编一编就好了，你就在预算范围内去花就好了。我叫你行政单位编，就是你们知道你们要花多少，花在哪里，什么时候花，大概多退少补会多少，是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去年跟明年啊，今年跟明年你就差了8亿，这8亿全部要付给美国吗？全部付给美国的，报之前欠的是是，因为之前我们不足的部分，不足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是因为他你们多送了多少人，还是因为到那边你发觉你之前估的不对？应该是整体国家预算摆在这个国防预算的部分，所以每年不可能足额编吧？不是，是这样子吗？是，我是觉得你不可能足额编，也不可能不足额到这种地步啦。你如果跟我交要差个1000万、2000万，我可以接受。差个几亿，那编预算没有意义啊！你叫我们在这边，我们很辛苦审预算，结果审的都是不确实的预算，那我们都变成审假的。那我今年审完了，明年你又编一笔来跟我讲说，我又差了8亿，或者我多了8亿。明年这个是结案的这个余款呐、啊。所以这样，我们确定一下。更何况这个是一个 package 的预算，照理讲你们应该要抓得很准。你说这个是3年期的计划，那3年期就要花多少？每一年花多少，要花多少，你们应该都是很清楚的啦。这样吧，请空军检讨改进了，因为你们像这样一个训练，照理讲，刚才姜委员讲没错嘛，整个 package 每年该编多少就应该编出来。是，但是因为明年这个是一定要结案了嘛。对，明年要结案这个钱也不会多不会少了，就是这些钱了嘛。另外你的那个什么物品费、一般事务费那些啊，你用在106年度，你增加营区开放的场次是啊、哦，这部分是多600万，是不是？营区开放的场次里面，我们增加了一场次，就本来是一场次，增加一场次，每一场次我们大概预估是600万，按照这几年编的，一场是六百万，一场六百万，那你要多增加多少场？一场，增加一场，我们今年是一场，明年增加一场，然后是两场。音乐会的场次增加，对，音乐会我们增加总共是5场。这是用来做什么音乐费？我们的这个业余队啊，每一年都有成果展示，哦、是。那是我们的业余队，那增加的场次到哪里？我们增加的是花莲，今年是花莲，因为你这边都没有说明资料、哦。是，明年增加是嘉义、台南、台东、新竹跟台中的科技院，明年增加了1、2、3、4。你们正常一年有几场的？一年的话，乐仪的表演，这个音乐会是乐仪队的吗？对，我们自己的乐、军乐队，我们军乐队是国防部的。我们空军的军乐队啊，空军的军乐队，空军的军乐队是，所以跟国防部的又不一样，不一样，国防部呢是40万乐队，是我们是空军的军乐队。你们这样国军总共有多少乐队？这个4个，国防部跟陆海空，陆海空乐队，然后各自办自己的音乐会。不，我们也是为了增加这个所谓的这个招募成效，能够把。那这个音乐会办完之后，对招募有帮助吗？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还是有这个效益在，因为我们到、尤其在这个外县市的哈。其实我觉得你们效果最好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那种大广场那一种，那一种露天的表演，是，而不是室内的那一种，好像比如说跟一般那种交响乐团那一类的类似的那种表演。因为大广场的表演其实吸引的吸他们有做室内的，他们自己在台中就办过室内的，在室外如果有加上仪队乐队这个场面比较大，你那一种震撼效果比较真的才比较大。是，我们后面会把委员的这个指导列入，是把它列入室内的。是我们后面把委员的我跟你讲啊，这那个事务费那部分，我觉得那个部分当然你们需求比较没有意见，可是我对于办理赴美训练费这一块，是我真的觉得
你们必须要给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因为这中间的落差太大。是啊、哦，那赴美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这是我们培养飞官、培养相关的这些武器操作啊、哦，很重要的训练。但是你的经费抓不准，就代表你对训练的内容不了解啊、哦，或者你没办法抓得准，或者美方没有办法给我们准确的那个报价内容。到底训练哪些项目，多少钱啊？花在什么时间点啊？因为你少编多编，这个还有一个汇差的问题哦，对不对？你事后来补的时候，万一汇率现在对我们不利的时候，那你要多花钱呢、欸？报员这部分哈，我们会后用书面报告跟委员报告这个整个这个部分规划的部分，我冻结一下啦，我冻结一下，因为你要没要来报告说明，非付的钱不可，这个要动付不了，对吧、啊？他。一定要花的钱，我知道，但是你没有清楚报告之前，我觉得这应该要冻结一部分的。好，那个等一下，那个徐委员，那个同一个案子，所以要不要说明一下？请徐委员补。我都有报告到，你现在有报告到41吗？有41，刚才部长就解释过了、哦。没有，刚才40，现在是委员您是40，西40。40跟41都是您的。对。对啊，所以说刚才那个对屏东县这个也是用这个经费在海军的就讲过了，部长也讲过了嘛，所以我41就没有动静。那回到39，就是那个江伟的案子，那个空军有什么意见？冻结，如果免予检列，但是冻结是部分。报文，因为这个部分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是报文，我们是会用那个书面报告跟你报告，你原列28亿。6000多万了、哦，是老实讲，这是蛮大的一笔预算、嗯，啊，我没有给你砍，然后我冻结已经算是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监督上已经失职了，是，啊，而且你之前的这个编列的误差这么的大，啊，所以我这边是冻结2亿，太多了吧？你才1/14，哎，1/14才8%。7%、8%是很少的、欸，是冻结来讲是很少的，而且你们应该要来说明到底这些训练项目、训练内容、训练费用到底是怎么做的。包委员，我是训练次长，那个空军下去以后应该要把这个陆克基地的案子，今年编列、去年编列的状况要说清楚，但是它是有个简单的脉络，跟你简单的报告一下。就是原来陆克基地啊，我们是5年1签约跟美军，后来变成3年1签约，所以最近的约到的时间是104年，就到约了。那本来要重新签约，但是因为他的陆克基地面临他的机种的转换，这美军的问题，所以未来到底要怎么样持续进行这个训练啊、哦，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空军就办理展约，就是105年、106年不签约，用展约的方式。那因为展约就不知道固定的这个训练的这个金额，哦，美方也没办法提出来，所以去年呢、啊、编起来有点短少。那今年因为展约完毕了，106年就完毕了，要把所有的短少的经费一次把它补足，所以这次增加了7亿多。那么详细如何是7亿，我们会用空军会用详细的细目来跟你做精准的说明。我可不可以建议一下哈，就是说因为看起来空军已经有整个推算有出来了。那我建议就是说江委员，就是我们报告明天就给江委员，然后我们就免予冻结，因为这个报告是有的嘛，好吧、我们报告已经有在这边了、啊、那就下午就给江委员，是，我们下午就可以把报告给委员了。是，他是从我们从89年到96年，江委员，江委员这样可以吗？报告已经有了啦。没有哈，这个我觉得你到明年到底整个计划怎么走，其实到现在你们也不是那么的确定啦。你虽然说用展约，但是整个陆克基地未来的我们跟美方之间啊怎么样谈，到底这个确不确定、稳不稳定，坦白讲我是没什么信心啦。啊，如果你在之前都已经遇到这样的困难，加上现在新的政府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到底未来怎么走。我的意思是说，也不见得说这个费用是往下走，搞不好未来会往上走也不一定啊，所以明年还是存在一些变数，所以我这边我还是希望可以冻结，然后你明年你来做一个报告，好不好？因为我觉得陆克基地这是一个重大的训练计划，20几亿啊，起码10几亿啦，一年起码10几亿
的这个训练经费，这是最后一年的，没有啊，他有在展啊。展年约还没签，是对啊，他还没有签。107到108是展约。如果我们这个展约出现了重大的变数，那代表我们的空军训练会出问题，这个才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哦。报文展约现在不光是只是说整个经费的问题而已，这个台美之间的空军训练计划为什么会断掉？为什么出现这些变数？报文没有。那为什么展约会出问题？为什么当初不是这个合约会出问题？因为一个约应该有一个一定的长度，然后呢，因为108年以后呢，这个基地美军有其他的一种想法，所以说我们有什么想法？那个很多你们注意有些东西，因为不对外讲。那个不，如果是涉及到。我这样讲，如果涉及到机密，你可以不要在这边讲，另外排一个时间，让所有的委员都有机会来听，我这样才好。好，主席，你可以排一个机密报告，下次看是什么样子的机缘，你只要有机会排他来报告嘛，好。那个冻结，但是就是数目上是不是要照姜委2亿多这个数字？其实啊，我跟你讲，这个冻结数目，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给你一个压力啦啊，你也不要跟我去讨价还价。你就是排一个专案报告来报告整个陆客基地的计划，包括台美之间空军训练的计划，让我们知道这些我们都不清楚的时候，坦白讲，我们省预算是瞎子摸象了。这个，我建议这样子了哈。事实上，刚才姜委员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是我们空军在美国受训的事情。好，就是去受训的，如果这个约有问题，那个才对国家影响很大。所以你们是104年 package 到了。后面用展约来处理，所以是104年发生的事情。可接下来106以后能不能签一个新的 package， 又牵涉到洛克基地的状况、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建议这样子哈、哦。这个姜委员听起来其实是对预算没问题，他是对内容有问题、哦、你能不能尽速排一个，好、哦，尽速排一个你们的内容的说明，用采机密会议的方式。那简列的部分，刚才简列1000万，你们没有意见吗？还是要讲没有简列、啊、不简列是那冻结的部分的话，2亿太是你们这个是明年要应付的嘛？对，明年要付的嘛？那我们就在最近排一个经济会议就可以解决掉了。还早，没有真有报200万，什么200万？我没有答应你一定要冻结，冻两。我跟你讲，是不是那个陈廷飞陈委员？那个何先刚好像哎，我是不是一个建议了哈？就是说了哈、哎，这个不要动这么多啦。那如果说真的要动这么多，是不是说我们就赶快排斥这个会议之后，那就予以处理掉？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否，你要再等到，其实你要等到明年这个这个还好啦，所有的预算冻结、啊啊、年初都有办法处理啦。这是小事啊，哈！预算冻结案不可能在今年，对，一定是明年处理的，一定是明年通过预算做。我觉得那个小事啦，因为基本上大家对国防的事情，我们都有共识啦，啊。你排一个，那冻结还好，你不要担心。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晚了之后马上来排一个？他不能这样排，因为过了，就是说他一定要预算整个过了之后。不是不是，我是说先跟请求姜委员的同意，好，是不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先暂时，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我们赶快来排一个，这样报告。所有的预算都是明年的事了哈、哦，那个就算今年报告也不能解冻了。对了，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这个简列的部分我已经没有简了，好、哦，那基于整个训练的需求，我想我们支持，好、哦，但是必须让我们很清楚了解你的钱花在哪里，还有未来。有一些事情可能没办法在这边说，但是也要让各个委员知道说整个这些钱怎么用啊。我跟你讲，我冻结5000啦，我冻结5000，不会啦。那这样好不好？那你明年赶快来解冻就好。就是这样我们承诺了哈、就不要动，但是我尽速在这个会期就排，这样可以吗？不行啦，这个跟预算没有，就所以跟预算这个预算这个跟这个就这个就没有达到预算审查的一个目的啦。好，如果照这样讲，我们所有的预算都不用审查，就是个就赶快排来这个特别排来报告，然后就根本就达不到我们审查。你再喊我就两个了。那个主席，我最后一次啊，你不要再叫我剪了，2000万，2000。
好吧，那动两千万。谢委员，谢委员，谢谢。这样好不好？要排一个机密报告。好，排个机密报告，好吧？专案报告了。我们都有去考察陆客。机密的专案报告。我们回去马上去录。好，把这个资料。各位好，各位，我们这个细的部分大概审了一半，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不好？然后十分钟继续审。谢谢。来来。加拿大、澳洲、新加坡、韩国，对，
对这些国防训练的态度，对，太复杂，太复杂。因为我们不要说，要说您是一个新的立委和老板一样，像我们，我从1963年就进来，到现在是。我对空加管反动军也没有办法去，空加管大部分大概都知道，对海军比较了解，但是这么复杂，这个都不能从这个台湾的作战后期，当然有啊，但是我没有装，没有加油到训练，我没有买线，但是我没有装那个速滑机，好的好的，人家加油机很少，就我们美国，像我们飞机从美国送过来，全部空加油管，真的，他那个。加油机的昨天今天就越来越值钱，飞回来的。要不他们有些，的确我刚刚跟部长讲，说我们内部很多要签，所以我们在这个月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这签了合约的，因为二号到二十六交给我的核心的钱的安全都是美国，包括交给我钱的做法，所以他对同等来的关系。对，我觉得刚刚讲的很棒，就是说，哎呀呀，所以他就一直办展，既有对我们最有，我觉得真的都要来调整。期待役是一年，期待役是，军事训练役是四个月。但他们有受过，他们并没有受过一般是去当兵。对，但是因为有其他国家，他们让先去拿兵力啊，可能4对8对8，我们现在做到8对8。以后较高的方向，那他们要针对这个12家做拣选才对。那些很多我们发现，就是说他用出国用什么，他能够规避的，都是那些规避，一直被叫到，一直叫到，但是叫到来的效果，我们一直想怎么样提升，因为一些效果的确不太好，因为他，你不能给他太大压力，你也不能不训练他，那要怎么样去拿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定的，我们觉得我们定的目标不要太高。他自己就做不到，因为很多环境的客观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定的基本上定的比较合理，比如说训练比方说它就是一个基本的步枪防护，你像基本步枪兵该做的是在合理的时间下，比方说枪支的分解，然后反正怎么收起来，然后射击怎么调整，然后就是跟我们报告目标跟他的实际训练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我们想，而且每个人有不能说有一些漏掉了，下周他这次没可能明天就要招了，一定要列入必备教招的。我在美国2年里面的工作，我在跟美国的这个军方里面，他有些都是老百姓从他的这个周末他就进来，然后每个周末下午就这样子去接商量，然后从第二天又回到他那里去，我觉得他很专业，他就没有断。真的，我可以回家以后要是有看到，虽然他大，他的全民国防做的真的是比较差。你看他随便到一个地方，他都有，每个人都可以用的枪和武器，只要你的这个驾照没有前科记录，所以你到每个地方都有靶场，他在人家 sport center 就可以买到，可以练习。他已经知道，甚至到每个地方，但是有很多问题，枪杀的事件，但是还没有因为这个我把他大的目标给他解决。不行啊！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能用美国的这个标准来考量台湾。我们台湾是自己有它的国土民情，所以我觉得。我在当人程序委会怎么样子来啊？因为你在当人程序委会怎么样子来啊？因为俺弄出委员会，你是程序委会的。你既然要让他们来对，还有就是内容，目标你要找他自己来训出来是做什么？所以人
国防部的政策在未来要加强训练。不，我觉得说你叫这些人去教招没有问题，这是对的。可是你要如何让这群人被教招完回去之后，他只是对国防部有信心的，而不是说我花了五天的时间，我领了5000块，我是来这边浪费钱、浪费时间。但他们也会觉得说，国防部你们为什么要分编编列这笔预算，然后把这些人的时间、金钱，然后绑在这里？对，我觉得这是要去做什么、这个你讲的没错。对，部长有核心的这个，他们教招我都有去看。我有同感，怎么样能够让他五天能够把心都收回来？对，而且我们很希望从这造交中间呢，再让他们回来。对，真的我们想这样子。这个是比较正确的方式。我打一个岔，刚刚呢，江委员问的那个空军在美国训练的案子，那个案子是极不可能是在我手上完成，我在当武官完成的。就我们讲完了，去年就问我们这个案子要继续，我们说要了。他说我们要换地方了，因为他们有一个政策的改变了。但是特别很友善的问我们，这个是我们跟美国的指标性的，讲的这个东西没有了，美国人就认为哎，奇怪，脱离我。你跟后面说抱歉啊，再贵个人财力有限，没办法全买。抱歉，个人财力有限。好，要喝找部长。他被删了15万，我看也没办法。各位，我们今天进度速度还算不错哈，大家尽量哈，把握时间，好吧？那个，这个是指标性，就是变成我们台美是指标性。好，那我们继续审查国防部预算，C42案，请议事人宣读。42到44并案，同为后备指挥部第三幕教育训练业务。C42。因迄今退伍8年内之后备军人仍有逾60%未曾受召训，原针对后备指挥部第三幕教育训练业务项下编列5亿7779万3000元中冻结1/4，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吕玉玲、江启臣、马文君、徐志荣。C43，我国列管后备军人召训比例偏低，原就后指部第三幕减列200万元。提案人陈廷飞、蔡诗印、吕孙林、罗志正。C44，因后指部近年召训列管后备军人比例过低，且成效有待加强，研究后指部第三幕动员整备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减列100万元。提案人蔡诗印、陈廷飞、吕孙林、林长所。以上宣读。各位委员好，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报告。有关委员针对本部106年教育训练业务费执行及预算编列的指导，那做以下综合性的报告。那后备部队教育召集训练在104年以前，它是以稳固部队编组及人员战力来为着眼，所以采8年试训换补的方式来执行。那依照委员会其经验的指导，那么我们也重新审视了全班的需求，在100至105年起，我们重新调整为普训广除战力为目标，所以改采了8年2训的换补方式，以提升人员的参训比例。那我们现在统计104年，我们参训的比例是36.2%，到今年105年，我们现在已经提升到54.6%，那增加了18.4%，已经有显著的改善。而后参训人员的比例，我们会逐年会提升。那再者是教育召集训练，它实际上它是区分为大家所知道的5到7天的教招跟勤务召集两种类型。那在106年，那我们计划召集在教育召集部分，它是123015人，勤务召集是32842人，所以合计是在106年是155857人。相较105年，就是今年151000多人，实际上我们在明年是增加了4070人的训练。在这里要向各位委员致歉，预算中心所列举的123000余人，实际上只是106年5到7天的教召人数，并没有累加到勤务召集的3万多人，造成委员预算审查的误解跟困扰，真的感到对大家感到很抱歉。那本部106年的教育训练费编列是5亿7779万3000元，它里面包含了五大的工作项目，那其中呢？教育召集训练所需预算是编列于作战综合项下，
是2,787,700,000元。它主要执行的项目是我们所有应召员的薪资、交通费、伙食费、保险及个人消耗性的服装的采购，这是必须要去支出的。所以为了 年度的这个招训呢，能够依计划来正常执行，恳请委员帮忙，那本项预算的编列啊，免予冻结。做以上报告。好，那请提案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那个刘委员，请。我们这个是后备训练的一些经费哈、哦，在我们教招啊是8年啊、之内都要教招，所以这个后备的人数、招训的人数，应该能够在这个八年这个教招的人数，应该会比例上要比较接近才对嘛，哈、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达成率啊，70几%而已，啊、哦、啊、7%多而已，所以这个达成率还是很低的了，而且有逐年下降。那逐年下降的话，那对我们一些军事专长的这些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丧失掉哈、哦。所以这个怎么样？来规划我们这个怎么去这个对于后备这个招训啊，有确实在执行吗？哎，这个我们要了解的。是委员好，我是全龙市代理主任蔡忠诚，我针对刚刚那一块啊，我在这边再做一个比较这个详细的说明啊。委员长期都在关切啊，我们这个到招率的问题，也就是教招公平性。那我们现在全国的后备军人啊，编管大概是265万。那我们是用精壮的这个八年内现在啊大概是93万，那我们的后备部队是22万，加上军人队大概是将近30万，才2年预训，也就是说每年大概训了15万。那以93万来讲，15万它是没有办法做普训的，因为你要确保后备战力，它有一个完整的编组，我们每年大概有1/4做一个替换。那刚刚后备参谋长也提了，我们从以前的8年试训变成是4年2训，这样它的替换率就会高，所以它的到招率啊就会提升。另外一块就是说，在以往有一些缓招或是就是那免招，它是用出国规避教招，这个状况也蛮严重的，那委员也在关切。那我们在今年6月啊，特别啊把这个地方把这个洞给补起来，也就是说你如果拿到教招令之后你又出国了，那我就第二年我再招你。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数据从20%现在已经降到13%，这个数据在持续的下降，我们就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教招的公平性。那整个教招对未来讲非常重要，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有限，养不了那么多的现役军人，我们希望后备部队这块能够广出，能够确保它的战力。以上做补充，谢谢。那你针对呢后备指挥部这个部分，你也召集一些后备的军人哈，就退伍军人直接来做我们的一些干部，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包括有现役的来当里面的一些干部，还有一个现员调配，那有些自愿意的进来也是当里面的干部，所以它里面的编组是有不一样的，有现役的。这个人员的话，你希望他们都能够来进来我们的后备指挥嘛，对不对？希望都能够广训。但是基于我说为战为用而训，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刚所谓八年内的93万，我每个都训，这样的话会把我们的国家的这个资源就分散掉。所以各地方都有后备的主任在那边，对不对？那个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人员呐、越来越多，把召集过来，凝聚力在一起？你这样子的话，你对地方的一些招训会比较好吗？是的，是的，是不是？是的。所以这个员额越来越少嘛。没有没有，我说是他另外他们后备的一个指挥，嘿，这个跟委员报告啊。实际上这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我们现在讲教招，另外您所提的是我们地方上的辅导中心。 对辅导中心，那辅导中心在每一次我们实施教育召集训练也好、救灾也好、演习也好，他们都是全程参与，包含到协力所有的那个各站的开设，包含到人员报道也好、训练部分等等，都有在参与跟您做报告。您刚所提的是我们辅导中心的部分，那参与后备军人列管，他参与教招是现在是目前就是刚跟您报告这个形态。那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政策的调整，所以从去年的比例34点多，现在已经提升到50点几点多，增加了18.4%。所以这是第一年开始，他就已经提升了18.4%。那明年会以后会逐年再往上再提升，所以就会慢慢，达到各位委员所给我们的精心指导，就能够参训率啊，它就会提升。
这个各方面都会整整体会做一个提升。或者是蔡世英委有什么意见？这个你讲六提案。这个哈，我本来的想法是跟吕委员一样了哈。后来那一天参谋长跟我讲完之后，我才了解，其实他是要定一个后备部队的战力出来，所以跟他受训练多少阿兵哥其实没有一定的关联性，是主要是要维持那个部队的完整性哦。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讲话，其实跟那个招训的比例高低其实没必然啊。但是因为现在普遍上被招训的人，他都会觉得为什么老是我，其他人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后者说。或者不可能就这边去想一下未来的改善方案、哦、所以我会建议说，其实基本上，我就支持，就是建议，就是大家都是三他一百就好了，那也不用冻结，请他就是做这个改变。我建议是这样子，这样可以吗？就是三一百联动，我这边是要冻结十分之一嘛？这个，那个陈金委、四分之一啊，我也是同意啦，因为同意说就用三减的，不用做冻结的动作啦，三一百万，因为基本上我们当时候拿到的数据可能经过我们国防部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解释之后，我们了解说原来我们的目标是不同的啦，而且所做的一些步骤也不一样，那确实我们有一些教招，真的我们常常在基层其实也接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就是说奇怪怎么每一次都是同样的这些人，所以我们也会质疑说，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块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县市比较容易被叫招到、所以这个是不是要有一个方向或是有一个那个基本的一些状况的一些处理，我觉得可能我们要作为后续的一个检讨了。好，谢谢。那个刘委，如果我们就三减一百免以冻结如何？是我们还是要加强了哈，因为每次我们教招招训过来的人的固定那几个干部差不多一百个而已，每个地区域都一百个而已，那以外的我们也尽量把召集过来。是这样子的话比较有意义了，是，好不好？谢谢委员，我会努力改善。那这样子又好，减列一百吧。好，减列一百哈。是，谢谢委员。科目字条，然后免予冻结，谢谢。好，接下来第45到46案，请宣读。C45，后指部作战综合作业致用用途未有具体说明，原针对第三幕教育训练项下作战综合作业减列2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徐志荣、马文君。C46，现指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下作战综合作业增列原因未予说明，原针对第三幕项下作战综合作业减列80万元。提案人江启臣、马文君、徐志荣。以上宣读。好，请后指部简单说明就好。是，报委员，那个后备指挥部报告，那实际上刚已经报告一，在C45的部分，那么。实际上，我们明年的教招人数啊，是增加了1705人，所以我们必须提列、购买个人的消耗性服装，比如说内衣裤、袜子、毛巾等等。那我们采购的预算是155万4千余元，这是必然要买的。那另外，现在我们各招聘中心招员使用的迷彩服跟胶鞋，我们已经快将近3年没有再换补了。那现在扣掉过去训练上的消耗，那现在的存量已经没有满足啊，我们整体的训练需求，所以我们必须要来采购，所以因此我们提列采购预算是576万元。再者，我们北中南三个训练中心基地啊，它现用电脑是93部，它是1995年我们当初成立的时候购买的，那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那除了电脑荧幕之外，那电脑 CPU 的处理速度已经跑不动我们现在所有的作业系统的软体程式，所以电脑主机啊必须要采购更换。我们编列预算是883500元，那合计是799000元。在预算书表上，我们没有能够很详细列举执行的细节，造成委员审查的困扰，我们感到非常抱歉。那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实际检讨过必须要采购的东西， okay. 那恳请委员来支持，免予冻结。好，那个C46那个县指部说明一下。委员好，我是宪兵指挥部参谋长。有关C46这部分，主要也是办理教育召集所需要的费用，所以增列了85万。那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我们明年度的招训跟今年度的招训差异是我们
在今年度招训了29个单位，明年是招训31个单位，增加了2个单位，总共是增加了562人。所以他这些相关的这个包含了他的差旅费，他的一些物品费都必须要随着人数的增加而调整。所以说我们增列了85万，恳请委员能够同意免于删减。报告完毕。好，谢谢。那个江委员这边有意见。好，关于45案啊，第45案这个，我想基本上我可以改减列100啦。啊，就改减列这样，不要冻结，或者不可以吗？好，那就通过，就是减列100，免冻结。那46这部分，你说后备动员人数增加是不是？是增加500多人？对，增加了562人。嗯，好吧，加了2个单位，所以这些全部用在个人装备。对，包含他的差旅，包含了他的这个内衣裤，换那个还有这毛巾啊，这些相关的这个个人使用的物品。像你们这样一个增加一个，还是增加多少钱？增加一个人的费用。比如说，因为差不多一个人也要将近100多，一千多块钱，1000多块，对对，因为它包含了它的这个差旅，这个要按照它实际的这个经费来估算。好了，那这样就免于减列了，好吧？这个我就撤了。OK， 好，谢谢。好，接下来第40，对不起，就是减100，然后科目字条，好吧？这两个案子并在一起。47案，请说明。C47。限制部第三目项下训练综合作业之业务费，予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吕孙林、刘世芳、王定宇、陈廷飞、蔡世应、罗志正，以上宣读。好，请宪兵指挥部请要说明。委员好，我是宪兵参谋长，向委员报告，那个有关这个教育训练费啊，我们去年编列的是2500多万元，那么今年编列是2500多万元，明年我们是编列了1400多万元，所以说我们已经按照核实来编列，说我们已经减列了1000多万元，那这些相关的经费也恳请委员能够支持同意我们全数，因为我们去年有做，我们今年有做了一个南市埔靶场的一个整修案，所以说它有多编列了1000多万，那么明年度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些需求，所以我们核实的减列了1000万。好，那李委员这边，好，就撤回。好，那这样就免于减列，谢谢。那接下来48案。C48到53，同为国防大学第三目教育训练业务。C48有鉴于国防大学发生歧视艾滋生事件，原针对第三目冻结500万元，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长佐、王定宇、江启臣。C49国防大学第三目向下教育行政之业务费，减列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提案人吕孙林、蔡世应、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罗志正。C50国防大学第三目向下教育行政之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因编列缘由未足以说明预算报增之原因与必要性，源于减列150万元。提案人刘世芳、吕孙林、蔡世应。C51国防大学第三目教育行政下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鉴于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逐年增加，源于减列2662000元。提案人徐志荣、马文君、江启臣。C52国防大学第三目教育行政业务费中房屋建筑养护费，因编列缘由无足以说明本年度房屋建筑养护费预算暴增之原因与必要性，源于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刘世芳、吕孙林、蔡世应。C53国防大学第三目教育行政业务费中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编列缘由无说明本年度预算暴增之原因与必要性，源于减列500万元。提案人刘世芳、吕孙林、蔡世应。以上宣读。好，那个48到53都是国防大学的业务费用里面的教育行政费用的里面业务费用，好，那请国防大学统一说明。是，委员好，我是国防大学教育长。这48案到53案，我区分3个部分来向委员做报告。第一个部分就是47、48及49。由林委员及吕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个费用是实际上是属于同一个这个教育训练业务，所以我一并的做说明。48案这个是这个费用啊，向来我跟林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学校向来也很重视人权教育，在上个月18号的时候，我特别到办公室向您还有您的主任做说明过了。
那这个我们明年不但持续的做这个人权教育，而且我们明年还增加了300多万来做各项学术的讲座、论坛、文宣还有活动。那委员林委员跟吕委员所这个三列的这个教育行政费，它最主要是来购置学校的教育设备，敦聘专家来做这个讲学的授课，还要办理各项研讨会，还有学术的研究。如果这个预算被冻结或是删除之后，跟委员报告，说实在话真的会影响到校务的还有教育的推展，尤其是孩子们他们受教的环境啊跟教育品质会被影响。那我这边恳请委员，就是说有关于48案的这个冻结可不可以予以免除，还有49案的删除也能够予以免除。那因为学校在现在目前有3000多个孩子在学校受教育，那如果说那个委员能够恳请我们同意我们这样的这个建议之后，我相信我们学校一样在持续在这个人权教育上面，我们一样会跟军里一样在持续做好很多的努力。报告完毕。那个5253的部分呢？这个50、51、52、53，说我先等这个案子这两个有结果的时候，我再持续往下报，好吗？那么一起处理。好，那第50案跟51案，跟这个有关于刘委员跟徐委员他们两个委员所提出来，事实上也是同一个科目。那C50是有关于老旧教室大楼整修啊，因为我们把这个学校老旧教室大楼整修，我们编列这个预算，但是因为明年度开始啊，要依据那个建筑法第13条规定，我们必须请那个结构技师来签证，所以我们必须编列这个委托设计还有结构安全签证，所以这比去年增加了371万2000元。所以这边特别向刘委员跟徐委员报告，这个项目增加是因为我们必须增加这个委托设计这个经费，还有结构安全的签证的经费，一共371万。那最后就是52跟53案，52案就是要增列的4591万，是因为要针对教室、实验室还有研究室漏水，还有这个游泳池地砖的整建所需。那C53案我们增加了1220万，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检讨了现在孩子们啊还有学生他们上课那个教室那个照明设备已经老旧了，我们顾及他视力的健康，还有响应环保的政策，我们编列了一些照明设施的更换及电力设施的更换。所以从50案到53案，就恳请委员能够通通遵于这个免于检列。报告完毕。好，那个林昌总委员。我想教育长其实我们之前在办公室也聊了蛮久的，我想这个事情的层次有蛮多的啦，那我们也是很不希望说是会造成大家受教育的这个权利的影响，所以我们是以冻结为主。但是我觉得要我在质询的时候里面也有一再强调，首先其实如果向来都重视的话就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怎么样能够真的确定说你的这一个内容是可以去这个检讨跟补强的哈？是，我是蛮希望可以看到你刚刚说的这个新的一套，包括座谈啊，包括这个演讲啊，这些，我希望可以先确定，因为以上一次来我们聊的内容来说哈，这个其实是涉及歧视，那这个歧视怎么样的东西是歧视，这是一个专业的人权问题啦，那也有专业的人权专家来去做评量，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因为丁盖的共的时候有人讲说他会增加包括这个艾滋病的了解啦等等，这个显然这样子讲的人他就并没有 catch 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其实并不是在讲说，针头要怎么样确保卫生啦，要怎么样哦，怎么样的艾滋的传染疾病，不是要加强这个，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即便我们已经谈了好几次，我都还可以感觉到与会的人都还有人完全不知道已经谈了这么久的问题在哪里，他还在讲说怎么样才会感染艾滋，怎么样才会哦针头的这哦会增加这个宣导，哦我听到一下我的评价，我要怎么样再去强调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在讲什么话，是，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可以确定你们增加的这一个教育跟课程是真的是在防止歧视的人权教育，而不是这个方向错误。那另外一块是我很希望可以看到的，就是因为歧视的这个问题，我刚才讲这是另外一个专业，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如果
国防部或者说国防大学，他今天为了某一个校地哈，我上次有举例要做开发案，那结果后来被环保署说这个不对，这个没有过环评，这里不能开发。那基本上国防部一定就会虚心接受说好，那可能这块地是不能用的，因为国防不是环保专家嘛。但是今天涉及歧视的时候，就变成说真正的专家是机关署他们，他们告诉你这个过程一定是有涉及歧视的时候，但是国防大学又不承认，然后国防大学会自己做决定。可是今天我们换成是别的事件的话，你一定会相信他们。例如说今天是，再举一个，例如说是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好了，你想要在那边盖房子啊，结果原民会来跟你说，哎，这个不对，这涉及他们，要先经过他们同意，你一定不会跟他争嘛，你一定不会跟他争这个。所以可见我们的这个国防部的相关单位，或至少国防大学，在对面对歧视这件事情，然后歧视跟人权，它完全是另外一个专业，有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认知其实不够。所以我是很希望说看到这个进一步的报告，而且我可以感受得到说，哎，这个是有，我觉得是确保这个真的有了解了，那我才有办法这个解冻了。对，包伟，这个上次跟您报告之后哈，就如同我跟您报告了，其实你看下个礼拜我们就马上请了黄秀端还有黄翠文这些教授来做这个讲座，好，做了三场的讲座。那我会遵照委员的意思，就我会提出一个书面报告跟您报告说，我们接下来学校在这个人权教育上，我们除了持续以往的这样的努力之外，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努力，继续哪些事情跟你报告。他说，所以说跟，是是，那就是说这个冻结部分可不可以说先免除冻结？因为我这句话是我可以讲一下，是。但是因为冻结还是要到明年才能够解决。主席这样好不好齁，这个提案能不能加我的名字上去啊？啊，我是主张也是冻结了。为什么要讲主张冻结？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真的是，他写500啊，是不是动500，是不是都是动500啊？我是觉得蛮夸张的啦吼。那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一个事情，为什么今天国防大学校长可以不用来？我们今天省国防大学的预算，因为他不是我们部队的主管管嘛，他是学校校长啊。校长有请假吗？对，一般都是请嘛，那是一般啦、啊。可是今天是省预算啦、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是主管管，所以那时候我们讲那个参谋总长啦、司令没有来，我觉得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大学校长不用来？那我这是一个，所以我这是我的看法了哈。那第一个说，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不宜。第二个就是说，对于上一次艾滋生的那件事情，你们说他是德性没通过，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你们国防部也没有像这些资料给我们委员会委员一份哈。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所以我建议支持林昌佐林委员的，就是把他冻结500万，然后叫他提出检讨报告。那个王定伟，这个吴万教吴校长哈，一官板稿哈，所以很忙。那我是这样讲哈，第一个，林昌佐委员应该提这个是确实要改进，但我一直跟部长跟各位提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事情国防部或相关单位不要揽在自己身上做，因为你做好了，人家也不相信你；做坏了要负责任。比方说我们上次验退这个事情，比方说像这个性平的这个部分哈，事实上，如果你组成一个外部的委员会，你们自己有一两个代表在里面，那他评定是不是属于歧视，是不是属于什么的话，你们都没有责任，那是一个外部的东西，你们不用自己去扛这个。至于什么教育啊，叫教授来讲，我们自己都知道，光在学校讲课都不一定有人专心听了。我比较重视的是制度的建立，就是说有关国防大学对这一个不管是歧视，或者我们将来因为现在女性的军事官越来越多。性骚扰的案件，有时候常常我们自己内部在调查完了，外面觉得你们只是官官相护，那也许你们真的调查很认真啊。所以制度上这种东西不用自己扛责任，放在外部，找一个外部的学者专家组成，你们有一两个代表在里面，了解充分资讯就好了。这个我是建议，所以我建议国防大学在这一块上面哈，是不是赶快把制度建立起来，跟提案人林昌委员跟蔡政委员做个报告。那这个冻结的部分哈。因为你这个整个预算数是多少？2.8亿嘛，哈，所以冻结500万有没有影响？哈，如果没有影响，你们就提改善计划之后就解冻啊。如果有影响，你们建一个金额出来，因为相较那个母数其实是金额不大了。那个陈廷伟，请。其实我觉得既然委员都有这样的建议啦，我觉得就不用再去做解释了，就是说赶快提书面，就是说书面之后使得动之啦，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你们能够去做改进可能比较重要啦。
好，那个别不要紧，那个动的部分应当是要了哈。那那个李淑玲委员那边有另外，那就动嘛，动的部分嘛。哎，可是同一个科目啊，是不是要一起处理掉？所以要一起处理吗？处理掉。好，那个先删才知道要再动多少。主席，我是这样子哈，因为我对于我们国防大学要增加了什么样的课程和研讨会，我是完全一概不知。那你们国防大学在事前也没有来做说明，所以我这边我还是坚持要减列200万。之前没有去跟委员说明吗？那天有排的时间啊，有排的，后来那个因为那个委员那边排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钟，昨天早上上午9点钟，那刚好因为昨天那个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成立了，要去揭牌，所以那个是分不了身，没办法去揭，没办法向你是那个徐委员这边有没有意见？徐政委，有啊有啊，同一个、啊，你是40，你51案，51，原则上我是尊重50案的刘委员的，他是减列150万，我可以跟他一样到150万，那个。150还是100？还是国防部这边？国防大学？简历啊，简历啊。我本来比较多的啊，我是。报告学员，跟您报告一下，因为这个钱之所以增加，是因为要依照那个结构建筑法第13条，一定要委托他做这个委托设计跟结构安全。本来也比较多的，近20%嘛哈，比起去年了哈。如果这个钱简列的，或是说这个或简列的，或是冻结他。接下来这个那50案的是减列150万，我不知道你50案有没有意见的，那不然的话我那这样好不好？我减50万好吗？对，就是说你摆200嘛哈，我本来260多的，变成50而已啊，好不好？那个李淑玲委员这边，150好了，150就是50案的嘛，那你要减比较多，我尊重你哦。你要减50哦，你150，那我们取中间值好100。好，那个就减100，然后因为冻结部分是不是也尊重一下委员意见，就是100还是吧？可以吗？因为主要是要提报告了，冻100万，然后我们跟体面买了100了，冻买了，冻100了，冻一多了，100了，一数搞得了，对了。那就是删减100，然后冻结100了，好吧？然后请科目字条，然后请提书面报告，好吧？那52、53，因为刘委员不在，那其他委员要说明的，严淑文。主席，关于我刚刚关心的这个部分啊，我希望国防大学这边还是要提出书面说，书面的报告，还有来口头报告的说明。那52、53，如果其他联署委没有意见，我们就免于简列了，好吧好 ？OK， 好，谢谢。那接下来54到58案，请宣读。54到58同为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第3目教育行政项下业务费 ，C54跟C55同为业务费项的物品 ，C54减列153万，提案人刘世芳、李孙玲、蔡世应 ；C55减列203万元，提案人徐志荣、马文君、江启臣 ；C56、57同为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 ，C56。减列870万元，提案人刘世芳、李孙玲、蔡世应 ；C57减列1500万元，提案人徐志荣、马文君、江启臣；C58为业务费中房屋建筑养护费，减列121万元，提案人刘世芳、李孙玲、蔡世应。以上宣读。好，谢谢。那请中正预校这边简单说明。委员长，我是中正预校的校长啊。那我。是，谢谢委员。好，校长来，很有诚意来。包委员，我还从南部来的。国防大学。你跟那个吴校长。好吧。不是，我真的南部也，我已经这一次是第3天了。好，那校长包委员，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整个54、55啊，是同样一个案子，那整个编列的预算啊是增加566万，但是56、57啊，也是同样一个案子，编列的预算啊，整个是增加1720万。那第58个案子是增加235万。那我简要的说明啊，54、55啊，加56、57，总共增加2280万。那这个问题我特别要说明，就是说，
我们这个学校的人数大概现在是1253人。那当初是在恳亲会的过程中啊，家属来学校啊，看到我们学校的那个铝床啊，大概已经使用了将近40年了。那40年的过程中，我也跟家长解释啊，大概当省则省啊。那后来这些家长也说，学校如果有经费啊，要去协调国防部。那国防部也很支持啊，我们1253人总需求大概是3000多万。那最后在整体经济的考那个预算的考量下，我们先编列2280万。那他的理由就是说啊，我特别要跟委员报告啊，现在三军官校啊都已经是一桌一床一柜了，也就是说一个桌子、一个床在一个柜子哦。那以前的铝床那已经睡了40几年了，那我特别说。请说，未来也是个趋势啊！三军官校都已经是一桌一床一柜，我也恳请委员支持。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现在12年国教啊，高中学生的生活设施啊，其实家长都非常关心。他每次来恳亲会啊，看啊那个浴室厕所啊，我们也都这个有要改进的方向啊。那我也建议说，像今天这个全程转播啊，如果家长看到委员的支持啊。他们一定，包伟，我跟你报告，真的，家属一定会很感动，我不骗你。12年国教，那我觉得这些高中生其实，像空军官校钱也不多，他那个，那我建议委员能够支持。报告完毕。好，那个提案委员刘委员不在哈，那有没有要补充的？那个徐州委员，你有没有叫家长打电话？那个徐州委员有没有意见？徐委员，请。我的案子也有跟刘委员的一样的嘛，哈。那刘委员不在，那李委员可能他也是刘委员的那个提案，就有点类似刚才的那个了。那校长这么严，难不来，我是不敢坚持我的啦。照他讲的，他还电视转播着哈。哎，那个后面上来报告的那些话不能再讲了。那我看李委员，你有那个吗？孙立委员没意见了哈，李委员提的，好了，你没意见，我也就没意见了。好，那我们54到58就免予简列、免予删除，免予简列、免予冻结，好吧？你没有冻结。好，接下来59案，请宣读。C59，由于自愿役人力未能依募兵计划时程募足，原就国防部参谋本部。第3幕教育训练业务冻结1200万元，要求国防部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陈廷飞、蔡适应、吕孙林、罗志正，以上宣读。好，请支援师说明。这个我讲就好了哈。这个我动100万，然后书面提一个月内就是提书面报告，好，使得动之。好，就不用再讲了。就动100万，那个对，就动100万，支援是可以了哈。对，可以了，可以了。同意，没问题。好，那动1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同意后使得动之，好吧 ？OK， 好，那59案这样处理。接下来60到64，请宣读。第60，志愿士兵留志愿留营者未租金，申办情形未如预期，原就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费项下冻结800万元，一个月内提出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陈廷飞、蔡适应、吕孙林、罗志正。C61，参谋本部之教育训练中教育行政。预算大幅增加，原因不明。原针对第3幕向下教育行政减列3500万元，冻结50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马文君、徐志荣。C62，现行人事制度中关于不适应、不适合服役之退除役相关规定过于严苛，以至于装病装疯换取退除役之情形频传。原针对参谋本部第3幕向下教育行政冻结8330万5000元。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吕孙林、蔡适应。C63，鉴于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逐年增加，原针对参谋本部第3幕向下教育行政之业务费中一般事务费减列488万9000元。提案人徐志荣、马文君、江启臣。C64，鉴于预算缘由无足以说明本年度房屋建筑养护预算大幅暴增之原因与必要性。原针对参谋本部第3幕教育行政项下业务费中房屋建筑养护费减列554万3000元。提案人刘世芳、吕孙林、蔡适应，以上宣读。请广部那个陈委，我先讲我的部分，我也是就是说，因为我是要希望他们提检讨报告，所以我是建议说
动100万，然后停书面报告，使得动资我的部分哈。好，那个其他那个不要人事长宣布报告，那个包委员那个同意第60案呢，我们建议要先冻结100万，我们提检讨报告。感谢委员。好，那其他的部分要不要说明一下？是跟委员报告一下，有关第61案的部分呢，那个江委员有提出来有关的教育训练费，还有这个房屋建筑费和国外旅费的增列的部分，我特别报告，那天我也特别到委员办公室去报告过了。这个教育训练费的减列，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一个军售的发价书啊，从105年开始，从以前的1年1000改成为3年1000。那以前1年1000的话，当年的这个预算没有支用完啊，没有办法再做一个留用，那必须要等到美方确认之后，可能要等了好几年。那3年1000以后，那就3年之内的各项的教育训练费啊，它可以保留一个弹性的运用。所以说，我们针对今年这个，我们今年大概有20多个班次没有开班，那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余款调整到106年使用。所以说106我们做一个这个减列，是让我们有保持运用的一个弹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房屋建筑养护费，这跟后面几位委员所提的是一样的，这个总共是增加了3473万，这是因为我们基信营区的国军人才招募中心，因为要土地活化，它必须要在107年呢、啊、要来做一个迁移。那这个整个一个招募中心配合这个迁移呢，我们现在整个应规划要在106年呢，我们规划办理要在这个建国营区有在辛亥路那个地方来成立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国军人才招募中心。那这个整个人才招募中心里面相关的整个预算，都是依据我们国军营区这个设施建造的原则，还有国军这个整个施政计划编列，来按照需求面积啊来核实来做一个编列使用。那这个是让国军的未来的人才招募中心呢，包含我们的机房、我们的设施，包含我们的整个一个客服啊，都能够做一个全数的转移。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增加，特别跟委员报告。那第三个有关国外旅费的增加的这部分，那是因为我们驻美的教参官呢、啊，要在明年要离到任了。那按照规定，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穿装费要增加进去。那另外，我们也编了137万，就是有关军事教育交流的到国外去做参访使用的费用，以及我们委请国防大学来办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增加是129万。以上的报告，请各位委员能够多支持。报告完毕。那个提案的委员，江委员这边有没有意见？好，61案了哈，刚有说明，但是这边啊，我想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当然你训练费支出是因为改为3年1000，所以费用减少。是的。啊，那第二个，基隆路上的这个招募中心嘛，是要迁移，你要搬到建国营区。是，谢委员。建国营区在哪里？在辛亥路。辛亥路。那你的预算是用在整建？是要整建。是。那这个工程绝标了吗？没有，我们现在是计划等预算，我们完成整个一个招商，还有这个整个一个规划。目前呢，你们现在这个要花多少钱？目前是3473万。你这个整建的费用要你们概估是3473万？是，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包含了这个整个一个整修工程，包含入门的门厅、自设的考场、客服中心及会议室。那原本基隆路这要干嘛？原来基隆这个要做这个。就是要土地活化，要释出了。按照行政院的规定，这个土地要释出，基信营区要释出，要释出。那释出怎么释出？这个是由军备局来交由国有财产署来做一个处理了。这就不是我们，我们对要交给那国财产署。那你上面全部要腾空啊？要腾空。拨交权要先腾空。对，我就是，所以我们需要先建后迁，跟委员报告。Okay, 好。那为什么要释出？那个地方不好吗？报委员，那因为这是一个行政院的一个整体土地活化的一个政策，基信营区那个地方要做一个处理，这是我们接到一个命令和指引，行政院的函示。那个地方多大？那个土地面积？你现在在基隆路上面那个？2000多少？那个蛮大的、欸，2561平方米。但是我们基信我700多平。那个市府要做什么吗？还是国防部要做什么吗？跟委员报告，目前的整个未来土地活化的这个使用的这一部分，我不敢确定，因为这不是我的业务。因为到时候军备局要移拨给国产局嘛，这个。那这，然后现在我们要先编钱去让你去再建一个。就是我们要把那块土地要交出去。对啊。我们要转移过去。那你现在要去建的那个建国营区里面是没有房舍吗？它现在是一个空置营。
包委员，那是一个空置营区，那空置营区还要再花3000多去整建。包委员，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别的营区可以使用，这是经过我们多方的选择。原来建国营区这个地方在辛亥路，是我们在辛亥路这个县民队基隆路那边的招募效果不是比较好吗？那个什么基隆路上面空置营区，基隆路上面那个广告效果不错啊，为什么要搬？包委员，那你现在搬到建国营区，我请问谁看得到？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他是在那个辛亥路路口，哎，辛亥路建国北路口，哎，辛亥路跟哪里？建国南路口，建国南路口。他、啊、那边现在，就台大，现在都没有。台大体育场的空置，你们需要的坪数是多少？为什么要花到3000多万去整建？抱怨，这个你看，这个是他现在整个一个建国营区，包含他的一个主体，因为他已经空置。建国他多大？这个营区设置面积？面积多大？里面建平建平多少？2561，建国营区2561平方米。我那也是800多平啊，差不多对，就请八百多平。是，那你全部要整建拿来用？是我们大部分都要来做使用。跟委员报告，因为报员，这次我跟您看啊，这是整个营舍老旧的一个状况，这是他现在的一个状况，都非常的。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现在，这个是我们到国外去看。人家国家任何一个招募中心其实都非常的先进，这是我们到国外不是、啊、因为啊，其实你现在是两个营区嘛，哈，是一个是在基隆路，一个是在这个台大这边，是不是？其实两个地点都是不错的，是。那我都搞不懂，就是说为什么要从 A 换到 B， 然后花一笔钱，然后把那个 A 拆掉？报委员，那为什么不是说？你因为这地点的比较，或者你基于什么样的考量，你要去把你现在花了很多钱盖好的东西，把它废掉，然后再到一个地方一个废的地方，然后再把它盖起来，再把它整建起来。我搞不懂，因为都在台北市区里面。经费局局长说明一下。哎，与其你要花这个钱，为什么你不花？你不维持原来的不动，然后直接把旧有的交给国有财产局就好。比如说建国营区这边就交给国有财产局就好了。你等于是花两笔钱哎、欸。你懂我意思吗？你现在从 A 搬到 B， 你花一笔钱去整建，然后原来的 A 再花一笔钱把它拆掉，不是吗？然后两个 A 跟 B 的地点都在台北市，其实距离不远。副市长，你说明一下了。然后这中间你还要先建再搬哦。报员，这个我跟您报告一下，七星营区啊，它是原来是电大大队用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老旧营区，非常老旧的一个营区。我们本来就有整建规划，后来我们。国有财产署啊，就把它释出活化，然后运用这个营区改建的这个经费啊，做这个纳入营改，然后变成了我们整个营区生活设施整建的一个经费，把这个营区把他们整并到我们在新店的这个支电部的一个营区，不等于说小营区并到大营区。那招募中心是其中前面靠基隆路那一块。靠基隆路那一块，那个前面那个门面的3层楼的房子，老非常老旧的房子。那现在就是到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点呢、啊，交通也好，这个视野也好，然后我们这个效果、啊，我们都能够房子也比较新一点。就我理解是，你们本来这个基隆路这个，你们就有整建计划，就要花一笔钱。对。那与其花在那里，不如把辛亥路这块整理好，然后支店的把它移到新店过去，那这块地可以活化了。就算不搬也是要花钱的。整建不见得花的比较少了。那我的情况下，新盖搞不好更。你看，你现在你的基信营区里面的状况，实际上是已经整建到不错的一个状况了。这些都是花钱整建的，你自己看看，都是还蛮新的状况，这都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常经过那里，这些设施都是可以搬过去，我都有在观察，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其实又多了一些照片啊，或者看板啊什么，其实里面你看这个照片，都是蛮新的一些设备，没有错，你当然知道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搬，但是我意思是说，怎么好像花了一笔钱把它弄到一个堪用的状态了，不错的状态了，然后我们。要再搬，再把它打掉，然后再到另外地方，我们再编一笔钱，再把旧的东西再把它弄起来。这是我觉得钱这样花是真的是你们不会痛啦，但是其实老百姓很痛啦，你懂我意思吗？你弄好了，这些都是过去好几年累积把它弄好的，所以赵委员建议就是不要搬。
这个我觉得你要告诉我们你要搬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它房子是非常老旧的，都已经超过40年以上的老房。那你原本你先要搬去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叫做什么营区的建国，那个不老旧吗？这个没有，如果不老旧就不需要整建啊。是我们是整修，对，我的意思说那可不可以，好，你如果说搬过去不要花钱、嗯、那你搬过去啊。这个、而且基兴营区啊是财政部啊列为这个低度利用的营区，所以说啊他这个按照活化的一个政策，配合政府活化政策，他必须要释出，都已经纳到计划。这是财政部在讲什么鬼话、啊、财政部到底了不了解你们有没有在用啊？所以跟我的报告啊，这个是整个一个行政院的一个方式，把基金啊，行政院头壳坏掉，你们也跟着头壳坏掉就对了啦。对，他这是一个整体报告委员，对不对？那个财政部他的建议就是说，这块整个营区它非常方正，它在活化之前，他已经把它变更为商业用地，然后他预估这块地，他可以处分获得利益是200亿。所以他要拿去卖就对了。对，他说他的处分利益大于我们实质的利益。欸、可是就是花3000万赚200亿。我跟你讲，国有地不要再卖了，尤其你们国防部的土地，你们国防部的土地不要再贱卖国土了。啊，那个我们现在的国有土地是，尤其金华区的土地、淡黄区的土地越来越少，大坪数是卖的啦。然后你还拿去卖。对不对？它是土地有的，土地活化，地上权设定做活化，它不是卖。江远，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基隆那块地绝对比不上，对绝对比那个。我跟你讲，其实台大跟你基隆路其实都一样、啊、那个几乎是同一个区，那都是黄金地段的区域啦。现在是说你怎么样去活化，用最少的钱去活化才对，因为就我这样评估来看，从 A 换到 B 根本没有差。行政院已经核定，这月这个整个这个是财政部已经核定，他土地活化的政策是已经确定了。就不管谁变的了，我一说，现在你国防部，你们当初都没有去跟，不是财政部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要跟他讲啊，这样换有意义吗？等于就是你活化，不然你活化建国那一块跟活化这一块，其实效益是差不多的、啊因为，但是你就平白无故你要多花3000万、4000万来做整建嘛？因为他那块地活化以后，他因为地目已经变更了，地目变更我们才能活化。像建国营区，它地目是机关用地，不能。我看这样建议这样子，因为地目变更成商业区，大概作业也要3到4年了，这已经相当时间。那现在变成我刚才江委员讲，我一直觉得蛮有道理，就是两块差不多啊，因为两块位置我们都了解。可现在变成面对的现实是，经过3、4年的时间，一块是商业区，一块不是，那就变一个现实问题了。就是说，我们这3000万如果不花，那个商业区的变更会有问题以外，你在那边也是一个问题啊。好、哦，所以之前的决策我也不去质疑的了哈、哦。这个不管是谁决策，这个资产活化对国库是有帮助。那既然不管之前的政府选择哪一块，一定会有一块变商业区。那现在已经变了这一块，你不让那边3000万让他去做整修的话，这个招募中心作业上就会遇到困难，所以是建议各位同事、哦、就是说这个案子的部分、哦、因为它是严格来讲，它是个连续性的动作了哈、哦，是我们就不要去检内或不要去冻结它。但是你们整个要在那边作业，因为钱都每一分钱都很重要了，你们大概要花多少钱去整修的话，详实让我们了解一下。是不是这样来做因为这一件节作业到这里了，你起码不会用雷哈啊，耗损够要贵的。这个哈、哦，我现在这边我有提，我说减列3500跟冻结5000了哈、哦，但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搬迁，我真的觉得是浪费钱啊、哦，所以在这边我必须要减列，啊、哦，我要减列1000万，啊、哦，我要减列1000万，啊、哦，因为其实你既然说你们很多东西都可以搬啊、哦，都可以用啊、哦，我觉得。在这种情况底下啊，应该以尊节为主，啊，否则的话，这真的是你要搬来搬去一下，又花这个钱花那个钱，那个土地价值其实也没有差多少。鲍委员，我跟那个李委员先好了，李委员先，因为我们刚刚听懂了江委员他的质疑的地方，就是你这两块土地距离很近，你要活化，你选原来的那块要活化的去活化就好了，但是你就。就这里搬来这边，你搬过来这边要建，这边又要拆，好、哦，这个
经费上就 有重叠的部分，你要多花这些钱。那我们就举例，就是说像空总当初也有要活化土地，有四出现在也是闲置在那边了、啊、所以我们只是说你到底这个计划是先有计划，还是为把这土地拿出来卖啊，这个卖。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财政单位，你什么时候签合这个计划的？哎，这样子我讲一下，蔡文先说明一下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看完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大概要照继续追下去，因为它是在103年就核定的案子了，103年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哈。那三年前其实所以你只是就这个一起来办，而且啊，第二个，你的基性营区已经变成商业区用地了嘛，所以理论上你的军方就不能再用那块土地了、啊。都不能使用啊，所以仆人就跟使用目的不符合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是说，既然它已经变成商业区用地，已经都市计划变更完毕了，而且它事实上在103就已经核定这个案子，已经到现在已经三年前就已经核定了哈，我是比较支持国防部的做法，就直接把营区搬过去，是不是？那商业区的那块土地未来活化的钱是纳入国库的收入嘛，对不对？营改基金，营改基金嘛，还是回到国防部啊？所以营改基金，所以国防部成了从中赚更多嘛？你的营改基金赚，对啊，所以反正这件事是好事啊。否则按照现在状况，如果他不移过去的话，继续留在那边，可是他的建国营区本来就是军方用地，他不能做活化、啊。所以其实这虽然军方已经做，我是觉得应该支持军方这个案子，让他把它搬过去，然后现有的地方就按照商业区的模式去处分、去处理的话，那我觉得活化才是最好的。那我可以建议一下，我建议这样子啦哈。这个103年做的决策，因为虽然是前政府，但我没有参与那个讨论过程，我没办法论断对错了哈。是江委员建议，就是说江委员讲的也有道理，说有些东西可以搬过去了，是不是就减列500万，那这样来处理？这样我可以建议了哈。主席，我觉得我们这个哈，既然你两块你要活化土地，那我们要要求我们立法委员都要做个监督啊，不能贱卖土地。不会了，我。好，对啊，你到时候你要活化嘛。不，现在国泰署我们的土地哈，大部分都是以地上权设定，50年、70年、90年这样设定。那个江委，我可以建议一下哈，因为这个案子基本上来讲哈，这个是延续性的案子，就是这个政府是延续的啦。然后这个案子推到这边，只是要开始要执行，而且土地变更已经完成了嘛。所以，而且这笔钱很重要，就是说委员所担心的，就是这钱到时候到底是多赚还是多赔。那如果钱还是回到营改基金，还是回到我们国防部可以运用的范围嘛，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值得的投资啊。那我建议是不是就当然委员刚才提到嘛，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使用的等等的，是不是酌删一下？但是呢，就是不要冻结。而且按照他103年就核定，等于他在103年以前他就已经完成都市计划变更，我那是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变更完毕的吧？所以经过台北市的都委会通过的、啊，所以除非我们整个退回去，台北市都委会重新来过一次。那至少要再搞个4、5、6、7年才有可能，所以我会觉得不要这样弄了，因为我今天都是计划者，那个程序太麻烦了，不是、啊？所以我当然就可能退回去了，对对对，当然不可能退回去了，酌删一下了，酌删一下了，对啊，只是说因为这个前几年他们不可能提出这个案子，因为他还没有进到编内预算的期程，而且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国防部也不会来立法院跟大家讲这些事情啦，好、哦，反正就是财政部叫你们做，你们就做了嘛。就这样嘛、哦，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嘛。那你因为你现在面临执行的，你编的预算出来，我们才会去了解这些事情的啊、哦。其实我是建议，我们可以支持江委员做一个决议，好不好？做一个，就是说未来国防部的土地在做都市计划变更之前，这个东西或者纳入营改做变化，应该要书面给我们国防委员会，因为这涉及到国防部的财产的变更，这个除非他不告诉我们，其实是有问题的啦。这样子。那个酌删一下啦，江委员，我爸一下吧。好，500好。那酌删500，那免予冻结。但是刚才那个蔡委那个提议很好，是，就是因为国防部土地运用不是只有听行政院了哈，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土地啊，有很多小营区，每一笔活化的时候，我们都经过有。没有，我知道，现在就是说行政部门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我们立法部门的监督更重要，是。所以你们要活化之前，应该向国防委员会至少报告一下。是啊，因为别的部会都要抢我们的钱啦、啊，抢国防部的资源啦、啊。对对 ，OK， 好。好是。好，那63的陈廷伟，这个就是动100嘛。哎、欸，这删一百，删一百，是。还是并在里面？那个陈伟，超给、啊。
它是冻结，啊，冻一百，然后对，我后面的居然是三五百万，啊，那个这个科目就是冻，哎，就三五百，是，谢谢委员，冻一百，那科目字条，好吧，是，谢谢委员，好，谢谢，那接下来65到69万，65到69。同为参谋本部第三幕教育训练业务向下作战综合作业 C65，参谋本部办理联合作战作业预算编列是否核实不无疑义，令国防部自103年至今怠于请求国军协助灾害防救相关费用，累计达1500万余元，原针对参谋本部第三幕向下作战综合作业减列35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马文君、徐志荣。C66，参谋本部第三幕向下作战综合作业中业务费、办理联合防空规划等所需人事费、业务费，为国内外旅费相加已达该项预算半数以上，原建议原予删除10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马文君。C67。鉴于105年汉光演习意外频传，原就参谋本部第三幕向下作战综合作业之业务费中办理汉光演习指挥机制等奖补助费减列500万元。提案人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马文君。C68，国军部队在灾害防救是扮演支援或协助角色，国防战备事项方为其本务。编列预算应考量是否属于国防业务之范围，原针对国防参谋本部第三幕向下作战综合作业之业务费中办理灾害防救各项准备作业所需业务费全数减列。提案人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马文君。 C69，参谋本部位于渔民登靠太平岛事件时主动对外说明，造成渔民与政府对立，原就参谋本部第三幕向下作战综合作业之业务费中办理要塞军事管制区进线建作业所需经业务费减列342000元。提案人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马文君。以上宣读。那请作战计划室。各位委员好，我是作战计划次长室助理次长唐华。首先针对 C65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这个年度我们的战备作业督考的这个业务啊。那我们这个业务基本上，我们去年105年我们编列总共有15项的业务，那今年呢，我们的工作项目调整为11项。那我们在第一项里面，我们把这个原来在这个文里面所列的战备督考、维安工作、长官视导这三个部分，另外还有4个工作项目，也就是反潜作战准备、防空防护、动员作业以及作战综合业务，这些工作项目我们简并陈述在这一个项目里面，所以这些工作都是持续性的项目，那我们也均按照这个我们整个服时来检讨编列。那另外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救灾经费的这个规定的部分，那首先跟各位委员报告，也就是本部在每一次的灾防会议当中，我们都有提出希望地方政府可以规定这个救灾经费，那么但是目前当然成效不如我们的预期，但是呢在这个部分，那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在法律的部分，我们现在这个灾防法第十六条它是用以缓济急的方式，那也就是本部里面我们所有的经费用之于灾防作业的都是以缓济急，那我们建议我们未来按照委员的指导，我们以修法的方向，我们把以缓济急这几个字改成在未来的修这个灾防法里面第16条这个里面，我们把它改成国防部可以就是按照我们的预算来实际的支应，那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上向委员在 C65案这边做说明。那关于66案到68案的部分，对不起，66案到69案的部分，本市次长已经在11月11号分别逐项逐条向各位委员说明。关于68条的部分，有关这个差旅的部分，其实在今年度我们是检讨去年度，在去年度的部分，本市的业务在关于国外旅费的部分，我们在今年我们是调降的，可是在国内的部分我们调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128处我们要做防空以及资电作战相关地点的督导，总共有128处，所以我们做了调升。那所以整体的上面来看，我们去年在国
对不起，今年我们在国外的旅费我们是调降的，在国内是调升的，所以整体稍微有一点点做调升的动作。那么另外关于这个在汉光演习期间这些意外频传的部分，那也跟委员报告，本部现在正在研拟相关的精进做法。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未来达到零伤亡、零危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也就是其实这些经费其实就是用在我们做于督导也和维护安全的部分。那么另外在68案的部分，68案这个训练的经费其实跟各位委员报告，它主要是用在救灾训练，也就是它其实不是用在救灾的经费。那么这个救灾训练是我们每一年和我们县市政府合作的部分，那如果把这个业务的经费做删减的话，也会影响我们和县市政府整个国防部和县市政府救灾合作的一个效能，也请委员同意免予删减。那另外关于这个太平岛的部分，也就是关于要塞的对不起，也就是关于这整个军事要塞管制区的调整划设公告解除的作业，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关于整个我们军事管制区的安全维护的这些作业的公告作业的费用。那关于太平岛的部分，本部已经强化了在太平岛以整个南海地区的我们征询的密度以及强度，所以以上的经费都恳请委员予以支持同意，免这个不予删减。报告完毕。好，谢谢。那请提案委员，那江委员。那个我想65案啊，第一个部分啊，刚国防部有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但是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战法这部分，你们什么时候要去修？跟委员报告，本市现在已经开始动作了。哦，那我们现在否则你就是让这个不清不楚的账一直存在那边而已啊。是我们现在因为修法的部分，我们部内现在已经开始动作，我们本市已经开始会办我们部内相关的，那我们已经开始有作为了，跟委员报告。OK， 好，到底什么时候？你们每次都拖很久啊。对，明年年中我们尽快把这个事情，我们没了。那个下个会期都签在中，那个国防部下个会期那个法案审查的时候就要提出来了。我跟你讲，是的，天灾每年都有啦。哦啊，你中央跟地方到底怎么样去分这个成本哦？最后都是国家出钱嘛，只是说不要让这个账摆在那里，然后到底要算谁的预算，我们也没办法审。然后每次你最后审计在督导的时候，一定又把你们记一笔，说你们怎么没有去跟地方政府吹奖，那你又背黑锅，对不对？然后你又要跟我们喊冤，啊，那所以到底这个问题，你们应该跟行政院讲好啦，怎么修，然后把这笔烂账打消掉了。103年已经打过一次了，是，对不对？是103年以前，我们通通打消。那时候几亿？大概15亿左右。15亿，是的。你看，那你现在不要再等到15亿再来打消一次啊。所以这个案其实我们不是说要删你什么钱，是要逼你们赶快做。谢谢委员，我们马上好，尽快做。下个会期要提出修法吧，对不对？是的。然后那个其实委员是当黑脸啦，让你们国防部这个我冻结1000啦，然后反正你下年度你修法报告来，我就解冻。是，谢谢委员，好不好？是，好。修法报告出来，就自动就解冻嘛，好吧？不然他没有进度啦，他们就是没有进度。你现在跟我讲，一定明年来又是跟我讲说再做一个。只要修法报告出来就好了，是修法报告就修法报告。因为修法报告你修法提上来，其实接下来修法是立法院的问题了。是是是。但是你行政部门你要提出告诉我们你要怎么修嘛，然后行政院同意嘛，你送过来嘛。是的，好不好？可以了，好。就是只要修法案提出来之后，我们就解冻了，好不好？好，接下来那个删减案的部分，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吕委员这边。我的68案跟我们江委员的那60万是一样的了。其实那个救灾的钱，我们真的也不会去跟你减列。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你那个灾防法有些提案的时候，要来跟我们说明。而且哈，地方政府这个费用怎么分摊，左手右手都是政府的钱呐。所以这个你们也必须做一个全部的检讨报告给我们。
好来做个检讨报告给我们，好不好？那原则上就是全数就照冻结一千嘛，冻一千，好不好？那还有66案哈，这个虽然都是作战那个综合业务的费用，但是每一个那个提案都是不一样的作业费哈，所以从66案我先来请教哈，像我们这个经费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演习的时候，像熊山飞弹的误射哈，所以你说原来每一年只有60处，现在要加强来监督，从增强到128处哈，你这个在这个旅费上要增加哦，那要求你。你要128处，原来是60处，你要增加到128处。你如果去执行这个监督的业务，你要做出报告。是，你做出报告哈、哦。所以我们先冻结100，你做出报告，我们同意之后解冻。所以你删除的部分就不要了噻。好，我同意了哈、哦，不要删除。那针对67案哈、哦，这个也是演习，这个就是汉光演习啦。汉光演习这个常常都有哈。哦这个翻车啊、意外啦之类的事情发生，表示你在这个训练的时候有很多没有再去精进，去做一个检讨改善，这表示你制度上就有问题哈。所以我们想你应该在制度上做出改善，所以这一部分我就要冻结100，你们做制度上的改善之后，我再给予解冻，这样子。好不好？是的，报委没有问题。好，那68案就跟我们江委员的65万一样，就冻结1000。好，那69案针对我们的要塞哈，也就是太平岛，在这个很多事情上面，你们的报告哈，显现的你们业务根本就是不熟悉，啊，也宣导的不够，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你做整个统整的整理之后，给我们报告你们这个整个相关如何去改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因为经费也不多了哈，我就给予简略不要了啦。报委员，因为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因为它不是单是太平岛而已，它是整个我们军事管制区，也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军事管制区，我们的划设、我们的这个调整，甚至我们的这个删减，或者是这些整个作业费用的公告，它不是只是在太平岛的部分。而关于太平岛的部分，刚才跟委员再一次报告，就是我们现在针对整个南海，我们已经加强了巡航的密度以及强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恳请委员不要做删减的动作，谢谢委员。那你就把如何去强化的报告给我，我们先以是的是的就先冻结50000块，是，好，你强化报告，是报告50000，不啦不办啦哈，你把如何去强化的报告给我们之后，我们同意再一起动。好的，谢谢委员。是，好，那现在就是说，因为66是动100，67是动100，然后原来江委那个是动1000嘛哈，那个等于多动200，那做计师这边，我们还50000，对，还有一个50000。还是合在一起一起处理，动多少？包委员，我们是不是建议就是合在一起整个动1000，好不好？因为就在整个科目全部动在1000里面了，好吧？因为都是在115的项目，但是我们注明里面就你的100100加50000嘛。好，好不好？那你的科目字条的时候，在我刚刚特别强调的部分，你都要提出一些书面报告。对对对，好，是。谢谢委员。那原则上就是报在这个科目里面就是1000万，那其中特别注明一下，包括李委员的100100加50000。是，好吧 ，OK， 是，然后提出书面报告，是的，谢谢。然后接下来70案，请说，请宣读。70，现行国防部睦邻工作要点未将飞弹阵地列入有立即检讨之必要，原就参谋本部第三目向下训练综合作业，予以冻结8000万元。专案报告后视情况准予动之。提案人陈廷飞、蔡世应、吕孙林、何新纯，以上宣读。请国防部先说明，好吧？委员好，我是训练次长。这个案子，我要特别谢谢何委员。主要的提案就是何委员希望说，这个国军的飞弹部队的阵地啊，都能够做睦邻啊，尤其是针对台中的平林阵地。因为我个人也是台中市民啊，我也同步感受到委员的关怀，但是也容我提出一些说明啊。第一个就是现在的国军的睦邻啊。只有针对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大型武器的射击，
第二个是大型的油弹库。这两种类型的地方，因为对周边的民众确实有造成实质的影响，所以我们才做睦邻。这第一个。那如果要把飞弹部队或飞弹阵地的营区都做睦邻的话，先不管它合不合现在的规范，我们有很多的飞弹部队，这个地面的部队，这个陆军的野战防空的小飞弹，海军的军港、空军的基地都有飞弹部队。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花很大的一笔预算，这预算会排挤到我们很多的经费的运用。这第一个报告。第二个就是国防国军啊，不是一个盈利单位，适不适合做那么大规模的这个睦邻？这个我们也建议，也请委员能够这个问题也帮我们也思考一下。那主要的这个我主要的说明就是说，目前飞弹部队的营区啊，目前来讲是没有这个睦邻的规划，没有这个规范。那么我们建议啊，我们是不是下去以后啊，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做一个政策上的评量啊，提出一个书面的可行性的报告。那委员动了我们8000万啊，是我们国防部训练费的一半了，这个真的是严重的冲击到我们部队的训练了，请委员三思，谢谢委员。市长，你是何委员的选民吗？不是，我是他的选民。不是啊，我哪算打电话起六一个西啦，哈，那叫叶公欢啦，哈。他的说法哈，我说真的哈，有一点不能接受了啊，有一些我尊重了哦。不能接受是说国防部什么叫没有钱？刚刚一个土地的活化，台北企业精华地段的活化再利用，就可以回归到营改基金，就是国防部在运用的，还只盖的能杀霸业，什么叫没有钱？不要用没有钱来搪塞我，也不要用说会排挤其他预算来搪塞我。这第一点，第二点。飞弹基地好，全国各地很多飞弹基地没有扰民吗？你给他骗！你们飞弹基地在设置的时候，有多少起是被居民来抗议？你自己说，有多少起嘛？去给你围大门口的有哦，刚我遐都已经给你围几届啊，是不是？什么叫没有扰民？还有你的飞弹基地在设置的时候，你不用教育训练，你不用那个炮弹，不用移来移过去，我遐叫做爱山呐、啊。爱三，你们说是机动性的一个武器啦，它不用移动吗？它不会扰民吗？第二个，你们在设置的这个决策的过程里面偷偷摸摸，地方都不知道，飞弹基地算不算军事要塞？爱三，爱国者，飞弹算不算军事的一个机密的武器？这么精密的一个美国卖给我们的武器，结果放置在那个它的基地里面，不是军事要塞。我跟你讲啊。我还是要再讲一次，一开始这个基地在发包工程里面，所有的这个工程你们都没有注说要保密条款。我跟你讲，你话委员都要唔知啦，地方人也唔知啦。但是我咧讲，你长第一个就甲恁那飞弹基地内底爱山飞弹要放在哪里的布置图、平面图啊吼，你长拢比阮较早知。我还泄密哦。他说不是泄密啊，那个平面图还是里长拿给我的嘞。那搞什么啊？我还是这样再讲一次。所以第一个，飞弹基地，尤其像爱山，到底算不算军事要塞？该不该保密？我觉得你们国防部一直以来都没有跟我讲清楚，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问题。姑且是不是设置在我太平的平林，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爱山基地没有保密条款呢，随便一个。布置的平面图都可以让里长轻易的拿到、欸、而且还 copy 出去、欸、这个要不要检讨？你到现在为止国防部也没有跟我讲说要不要检讨了哈。哎，那个王弟，对，何伟先说，不好意思，继续。我可以报告吗？那个王伟先说明，那个王伟，来过。这里有几个部分哈，我是觉得刚才何委员讲的这个部分哈，第一个。如果我们在检讨，我们上次在也讨论过这个要塞办法哈，是不是该放进去？你们要检讨了。好，就如果这个是确实是你应该放进去，没有道理说一个配置图哈，哎，里长知道，委员不知道，这个是有点夸张。而且我跟你讲，何委员相当有兴趣要参加我们国防委员会啊。第二个哈，我是觉得，因为这个训练费占的比例很大了，那我觉得他这个何委员提的其实是都相当有道理，所以你们思考一下，看冻结多少啊？我相信何委员是可以沟通的。第三个我要跟国防部沟通一个事情哈，睦邻的其实你们是设定油库跟像我们八角炮阵地这样对，可是你们在机场附近那个叫做噪音防治，对，
我真的建议你们，因为噪音防治哈，我的选区就有两个机场，是一个一连队，一个航特部。是，你知道那个买电风扇买几支了吗？你们因为你们设定在那个噪音防治，它变成使用的项目非常有限，对你们基地跟周边邻里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处理。所以光不是不是思考哈，在机场附近的这个所谓的噪音的这个防治经过怎么样子的话，是不是它的可以动支的项目放宽一点，或者干脆把它改成木林？而且这笔钱本来就在那里，你们所有的机场呢、啊，不管是直升机场或者空军机场，或者通常把它变木林，金额不动不变，这样让它动支可以周边的公共设施可以去使用，而不是说限定你说装双层玻璃，那又还要装冷气，那不是装冷气还要发扇子，要不然就装电风扇，那个其实是有点浪费钱哈。这点我是希望你们特别去注意到，你们有关噪音防治机场附近的。是放宽或者改为木林，金额又没有增加，不会导致你刚才讲的大量增加这个部分。至于河尾的部分，我觉得你们在那边造成的扰民，造成的不管是施工期间的动线各方面的话，除了要跟他说明以外，六月要塞以外，他要冻结部分，虽然我没有连锁，但我支持他的想法了，你们去思考看冻结多少，不影响你们的作业。好，那个陈廷委。其实哈，这个看我们的提案，看何委员的提案齁，其实他只是希望我们国防部检讨，是要把我们的睦邻工作要点，是不是要将我们的飞弹阵地要列入到睦邻的范围。可是刚刚我们国防部的解释齁，其实真的不是何委员听了生气，其实我们听了也很生气啦齁。很单纯的只是要你们检讨，你可以把事情然后讲的这样子拉里拉扎，然后一大堆问题，把没有的问题都把它纳进来齁。其实确实在地方上的委员有这样的一个压力，甚至也跟你们沟通很多次，也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比较直接的处理，可是你们完全没有答案也没有处理。那如果说像刚刚何委员所说的，连里长都可以拿到我们的平面图，那请问到底我们的飞弹基地是机密吗？是国防机密吗？是国防要塞吗？还是它根本就是一个大家可以随时知道我们飞弹放在哪里的地方？那当然会引发地方很多的质疑跟担心嘛。那你今天在做测试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周边，那你当然做睦邻，这是纳入到睦邻，只要有关心有协调有沟通，我相信起码让人家觉得说，诶，委员在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是有改善的。可是似乎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不会让委员觉得说你们是有在尊重委员的建议嘛，所以包括你们刚刚所讲的，其实我也认为啦，还是要动啦，动完之后，那到底是书面用书面报告之后然后再予以解冻，那但是这个书面我认为说必须是要把解决方式一定要把它纳入，而不是说写了一些拉里拉扎的事情，只是一个应付性的报告。好，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重要的。那个何委员，等一下，请何委员。主席好，我是不是可以第一个要求国防部针对我刚刚的第一个问题哦，到底这个所谓的爱山的飞弹基地，到底能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让里长就可以得到他的平面图？你们的基础工程里面到底要不要采保密？你们这个检讨报告还没有给我，第一个还没有给我。你们针对这样子。过去都跟我讲说，哎，不要进来，不要进来，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的惩处动作，哦，这个我不能接受，哦，这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有关这个睦邻这个飞弹基地要不要纳入睦邻要点，我是坚持要纳入，要有睦邻的机制，哦，那尤其这个扰民的部分，还有它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我就不多说。我跟你讲啊，刚刚飞弹基地底下哈，那边啊房地产的落一片你啊啦。好的，帮起赔你啊啦哈啊，这个是人民的损失啊，人民的损失我没有办法直接叫你拿钱出来赔，但是你们做到一点友善社区、亲善睦邻，做不到吗？这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啊。那你们要再拿一个要点放，或是要另外再自立一个要点，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希望，我要求，今天这个预算的一个冻结案还是要冻，但是刚刚陈廷芬委员所讲的，你要给我一个
报告，而这个报告我必须要看到你们这个所谓的睦邻要点的修正也好，或者是另立一个飞弹基地的一个睦邻要点，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就是要看到你们一定要把它纳入的一个报告。好不好？好，其实何委员关心不是个案，他是这个制度面的问题，就到底这个飞弹基地，因为不是只有太平有啊，泰山也有，飞子埔啊，这些都有嘛，还有这个南港也有嘛，所以他是希望你们严肃的去检讨飞弹基地要纳入那个所谓的睦邻工作要点，因为你们有制度嘛。他虽然是从个案出发，关心制度面的问题，所以国防部这边一定要提出一个报告出来，针对飞弹还有其他的基地要不要纳入睦邻工作要点里面去做一个检讨。那第一个，他关心那个所谓飞弹基地是军事要塞保密的规定，你们要做检讨报告，要给何委员，好不好？那我们酌以冻结了，好不好？几千啊？两千，马上这啦。那个、哦，主席可不可以让我讲一下？来来，就是、说我这个案子其实我觉得冻结，冻结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是说，针对这个睦邻工作要点呢，要把它列入这个检讨报告当中，一定要列入。那我也希望说，这个部分一定要详细的为跟我们其他委员做个说明。所以我希望说冻结两千。有来几千多了，几千。那个后面就是一千了，好不好？几千了。两千。不来。你老公两千。几千了，几千了。你可以接受一千吗？几千来噻。几千了，好就一千了，好不好？那提出那个书面报告后，但是那个报告我要非常看到具体的一个修正的草案哦。就是你那个内容是要非常详细的，而不是就随便写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好吧？对。那如果你们内部开会的时候，可以找何委员去啊，好吧？好，那我们就冻结一千，然后请国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经同意的施以动之，好吧？谢谢委员。好，七十一案，我们七十一案完之后，我们就休息，好吧？到再继续讨论。七十一位督促国防部资电作战指挥部以正确广纳人才之方法办理业务，原针对参谋本部资电作战指挥部第三幕教育训练业务，编列预算839万6000元中减列四分之一。提案人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马文君，以上宣读。来，请国防部解释。赵委员、各位委员好，我是资电部指挥官。针对计算部分提出一个报告。那我们在科技动员期间，针对动员人员部分我们会实施4小时的临战训练。那最主要是要熟悉我们的网络的环境。那么网络环境包含了我们的网络占据，还有我们针对这个专业术语部分，我们必须要在厘清及作业程序的确认。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免在我们汉光演习期间这个沟通不足而造成的所谓的网络目标误解的事件发生。那么针对李委员里面的指导，就是马上动员立即投入作战的部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而后我们纳入到科技动员工作的一个重点，那么使暂时能充分运用民间的网络高手，及时移入到国军，发挥最大网络战力。那么这部分恳请委员这个免予删减，那使我们年度有充分的资源来从事相关通知电的一个训练，能改提书面报告向委员说明，谢谢委员。那个李委员这边，你是三四分之一嘛？对。对，因为这个资电处针对我们的资讯作战的人员这部分的人员就不足了在不足的时候，你要做第四军种，要编这6000人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根本找不到人来，结果你在科技部拜托他们给提供人员给你，请来这边给你上课，他的比你还内行还要专家，所以你们根本就是为交代而做。所以自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你要编列6000人做第四军种，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这个经费就要减列掉，不要浪费了。你原来都有了嘛，每各个部门都有个资电人员的嘛，你何必要再编这个人员？所以这个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不要浪费资源。谢谢。遵节予以减列。那国防部，我想跟委员再补充说明一下，针对你刚才提的部分呢，那么我们最主要是说，他们来了之后，因为他们有不同领域的，有可能网络防护的，有可能监视的，有可能是渗透攻击的，我们做一个厘清跟沟通而已。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说，还有在基本的需要部分再做一个上课部分，只有花4小时再做一个沟通。那沟通完之后，我们马上就投入到所谓的委员是对的啦，4小时就训练完成了。嗯，所以你们真的是为了交代而交代啊！你们这个资讯局这个最重要的，你不是要做第四军种吗？这个6000人呢，
委员，谢谢委员。我想委员是育兵育民，体制外人才交流是对的啦。我们也去朝这个方向做。那我们这个教育训练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网罗更多年轻有为而且资讯的高手进入国军里面做资讯的防护。我想委员，我们这是训练的部分，教育训练可不可以请委员支持我们让卓山，我们会好好在这方面努力。卓山多少？谢委员。卓山多少？我们卓山500,000好了，谢谢委员，可不可以？我这边1/3是209万呢、啊。是，谢谢。三一百了，就三一百。我前面100万。好好的训练我们的年轻网络高手，谢谢委员，看可不可以卓山500,000就好了。没有，那你就要承认喽。是我承认。6000人是不可能的，就要撤案了。请委员帮忙看我们。你就撤案，我就少一点。再请委员帮忙一下，我们好好把更好的人训练好。那就不可能6000人嘛。不是，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努力啦，这样子。那就减列100啦。100主席减列100。是。谢委员，谢委员，好了，就减列100，好不好？谢委员。好，那个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科目字条对，那个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希望把第二本审完了哈。那因为现在C的部分71案在早上审查完毕，下午还有130几案哈。那我建议一下，我们休息到1点，好不好？那吃便当时间，下午再回来审1点啊，谢谢。都可以看各位来这边吃，或者说，还是我请各位人到康源吃一下，要不要？来了，一点了，好，又审不完，1点1点，好，抱歉。1点1点。明天还有火烧，那个拜托你们先知道，还有第三，明天才多了。明天是军统啊，第三。谢谢赵伟，谢谢。明天整个是笨的。今天就把地弄完就对了。对，把地弄完吧。赵伟，今天省到 A 零。没有，能够省多少算多少。明天还一本啊，前辈。明天还塞一本。
在场的各位学长，抱歉哈，各位长官，那等一下用完餐，大家配合一下哈，因为他这边有做出。Thank you.